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迁宫下世时，贾氏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高手布局，赵普雷霆一击，世道无常，太宗得遇良机。这宋太宗赵光义得了什么良机了呢？首先呢，是五月份的时候，就在宋朝的第二宰相沈伦刚被罢免之后，辽国突然犯边。他朋友说了，这怎么是良机啊？你别着急，听我往下讲。这一次的规模和上次那瓦桥关那回是一样的。辽国皇帝耶律贤自降中军，辽国所有的名将大臣几乎全部到齐。但是呢，他们这回选的地点啊不太好，选的哪儿呢？是满城。满城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北保定西北，也就是上次啊吹延进等人呢手捧阵图那个地方。这一次满城的将士们还是没按常理出牌，他们面对辽国的皇帝根本没想着说我们怎么守城啊，是吧，坚壁清野，没想这个，而是冲出去在城下和契丹人狠狠地干了一场，硬生生把辽国皇帝给击退了，而且箭如雨发，把辽国太尉耶律西达当场给射死。之后更发挥老传统，在半路设下了伏兵，把辽国的统军使耶律善部给围住了。可惜辽国人马太多了，哎，马上就有人来救来了。结果呢，包围圈被击破，到嘴的鸭子又飞了。不过没办法，来的人呢是宋军的老熟人，辽国的南院大王兼枢密使耶律斜轸。就这么着，辽国人很没面子，灰头土脸的当月就溜溜回国了。又过俩月，雁门关传来捷报，潘美与杨业在关下击破来犯的辽军，镇斩敌军3000余人，并且追击入辽境，击破其堡垒36座，俘获其老幼1000余人，牛马5万匹。你说这个北疆接连大胜，宋朝全境都松了一口气，这把自去年以来瓦桥关之败啊带来的阴影大大的消除了。但是真正让宋朝人，让赵光义兴奋的事儿，却与这两场战争是没有关系的。回到五月份，就在满城之战刚刚胜利的时候，宋朝的国都开封啊突然来了一群陌生的异族人。这些人装束奇异，是风尘仆仆，虽然神色沉郁，但是难掩其高贵强悍的本质。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王族，是虽然没有帝号，但统治广漠草原已过百年的领主。这些个异族王者在大宋君臣心目当中啊一直是传说般的人物。他们自从唐末以来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原王朝的国都里了，但是现在他们万里迢迢从宋朝的西北边疆入境，俯首低眉，给赵光义带来了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东西。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党项人，他们把自己世代居住200来年的祖居之地夏、隋、右、银、靖等5州呢献给了大宋。哎，这一片土地啊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黄河百害为富一套的那河套平原。好不好？这个地方好，真好。但能不能要得加小心。怎么回事呢？咱们在这儿说党项人的历史啊，同样是源远流长的啊，有几个说法。一说呢是他们出自羌族，一说呢他们出自鲜卑。以羌族为源，他们的先祖呢在南北朝末期被载入历史啊，原来居住在黄河河曲一带。到隋末唐初呢，他们西边的吐蕃人呢开始兴起了，成了他们世代的仇敌，他们被迫迁徙，先到了甘肃的庆阳，之后呢再分出一部分呢迁到了陕北的这个米脂衡山一带呢定居。陕北一部的党项人部族啊，有西风氏、费听氏、王立氏、坡超氏、野立氏、米秦氏和拓跋氏。哎，拓跋呢是其中最强者，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是他们以鲜卑族为源，主要说的就是拓跋部的这个族出源头。拓跋鲜卑的原居住地啊是东北额尔古纳河东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啊，几乎和契丹是同源的。
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呢，他们趁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势力衰微之际呢，南下到现在的内蒙古呼伦贝尔湖一带。哎，到了二世纪的初期呢，又迁徙到了河套和阴山一带。公元三世纪中叶，拓跋鲜卑中的一支呢，迁到了河西地区，建立了南梁政权。公元的414年呢，西秦灭了南梁，拓跋鲜卑归附于吐谷浑。到了隋朝的时候，吐谷浑呢被隋重创啊，被逐出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原驻地。拓跋鲜卑趁机发难，联合其他党项诸部，并吸纳了羌族的几个部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党项部落联盟。唐末的时候，皇朝起义，唐僖宗向普天下所有种族求援，当时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率部参战，战功卓著，升任夏州节度使，封夏国公，并且赐李姓，其军队呢被命名为定难军。从此第一次在汉帝正朔朝代当中，这党项人拥有了明衔封地。进入到五代，天下分崩离析，中原动荡，可是河套之地牢牢地掌握在党项人的手里，还把陕西北部的延州啊，和另外一个延州两地呢并入了，一个是咱们吃的那个咸盐的盐啊，一个呢是延安那个盐，是吧，变得更加庞大了。到了北宋初年呢，这片土地已经在党项族人手里经营了将近200来年了，牧场广袤啊，牧养无数的牛马，出产各种的这个名种战马，与汉地呢交界，胡汉两种生活方式并存，其中党项的农耕极为发达，与宋交界的七里坪等地呢，放眼望去都是党项人的储粮之仓。尤为可贵的是，其南部更出产当时啊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的上等的青盐，而且产量巨大，一年啊能出产近15000斛。这是一片多么富饶神奇的土地啊，隶属中原诸州，能不能再找出另一块物产如此的齐全、地域如此广大的土地呢？能吗？咱们现在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你是赵光义，这么一份旷世厚礼从天而降，你是要还是不要？在当年的大宋朝堂之上，能瞬间把这些问题返回到最初的取舍点上的，不是一位超敏锐的政治高手，就是一品牌纯正无可救药的傻子。抛开定难五州的丰富物产不说，你光看它这地理位置，你就必须得牢牢抓住，绝不放手。咱们来看看鄞州，哪是鄞州呢？今天陕西省榆林市黄山县党岔镇。那夏州，今天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红墩尖乡白城子村。回到五胡乱华时代，这里就是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统万城。还有呢，这个幽州啊，今天内蒙古这个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随州呢，就是今天陕西省榆林市随德县。靖州呢有些争议，但是指认最多的呢是今天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那米脂婆姨们就是李自成那故乡。你翻开现在的地图啊，你再看看这些地方都压在大宋国都开封城的左上方，直接威胁到关中平原。关中赵匡胤呢曾经设想迁都到这里的长安。这样问题就简单化了，如果定难五州有人作乱，大宋国陕西境内的永兴、敷衍、环庆、秦凤、靖原、西河等六路经略都将不得安宁，其辖区的金明啊，这个塞门还有成平、平戎呢等370余寨啊，曲丁、安定、定远还有这个安塞等350堡更要时刻的备战。所以谁如果想不要他们，那他纯粹是个疯子，是个傻子，甚至是个卖国贼。但是呢，话得说回来，咱们这个得说两头的事儿。这时候如果有人神情呆滞，目光闪烁，全神贯注的思索，还在念叨着要还是不要，那么这个人真是太不好说，不能说他有多聪明，但是他很理智。为什么呢？咱们再来想一想啊，你用最笨的办法想一下，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当年太祖皇帝赵匡胤就没伸手呢？你再往前数，为什么连天可汗李世民也仅仅是在那儿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并且随便当地人，续其家属，后其爵禄，听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之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两个字儿，机迷。我说了，机迷什么东西？我听说过土豆泥。这个机啊，就是马的拢头啊，就是马嚼子。有了这东西呢，人类才能驯服牲畜，
引申到政治手段上，就是派出军队去强硬的硬性的压服。糜是什么呢？就是牛缰绳，这个和鸡呢差不多，马用鸡，牛用糜，但是这里呢就泛指啊温柔亲切的软招子，不能总打，你得在适当的时候拿经济啊、物资啊，甚至皇帝的女儿们呢去安抚一下。哎，只有这样又拉又打，咱们现在话讲究胡萝卜加大棒啊，你才能够呢勉强的把彪悍难治又地处偏远的异族人给收服。而且要小心，这些人时刻都会背叛，就算到了明清两代，边疆的改土归流都从来没消停过。但是呢要说明的是啊，以上种种都不过是常识。赵光义自幼读书，他父亲他哥哥当年在战场上抢战利品的时候，都特意给他一车一车往家里边拉书，这点小科普对他来说那真是太小儿科了。高明的人要往深了想，历史只能代表历史，不然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胡人还敢梦想到中原来撒野吗？赵光义抛开陈旧的历史概念，仔细地分析起这一批西夏人无偿送礼到底是什么原因，凭什么你们就要送给我？哎，这个事情你得想明白了。来的人是谁呢？来送礼的人呢，是西夏定难军节度使李继鹏，他带着自己的全家老小献地归降。这怎么回事？明说了吧，就是说呢，他来献地是想干嘛呢？就是想在开封城里边当个京官，再不回去了。但是呢这里边却另有文章，严格的说啊，这时候这个什么李继捧啊已经被西夏人啊没人捧他了，被西夏人给抛弃了。什么情况呢？原来的领袖啊是他哥哥李继云，两年前呢他哥哥死啊，李成云啊，两年前的哥哥死了，那哥哥儿子太小，只好呢就由他这个弟弟就是李继捧呢来接任。可惜呢这李继捧他不是赵光义啊，在那片必须很强很暴力才能生存的土地上没人服他。那没办法，篡位就要分生死，眼看着危机临头，他突然呢突发灵感，想起来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流行过一种保命法则。那唐朝末年的藩镇时期，混不下去的节度使可以偷偷跑到皇帝身边宣誓效忠，然后呢就能良田美舍，安度余生。哎，这不是很好吗？于是李继捧就来个照本宣科，我也来，哎，很好啊。你从这儿来看呢，这个宋朝的分析结果立即就能得出来了。第一，假设李继捧是真心的；第二，如果他是真心的，那么西夏部落就已经乱了；第三，如果西夏部落乱了，那么咱们就必须得抓紧时间了。西夏呀，这是一块超级大肥肉啊，你看看它四周啊，东南方是完成了统一大业的宋朝，东北方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民族契丹，西方是繁荣的西域大国高昶，西南方最要命啊，是他们的世仇，高原上的种族吐蕃，哪一面都是虎视眈眈，你不下手那别人肯定就要下手，对不对？哎，你要下手你就必须得抢在别人的前面，怎么办？这时候难道还允许赵光义有犹豫吗？别犹豫了，打吧，赶紧拿下来啊。哎，赵光义迅速伸手，他赐给李继捧大批的金银财宝，给李氏一族在京城啊盖起了超豪华住宅，然后呢向党项方面下令，所有李氏族人立即全体搬家，目的地京城大房子。同时呢派尹宪为夏州知州，曹光实呢为都巡检使，文武齐备，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把当地的土官都变成内地性质的流官，了不起吧？改土归流在赵光义这儿呢做的那就是快。政令这么一发出啊，宋朝人紧锣密鼓去西夏捡便宜去，一切也都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党项的贵族们 99% 都非常的听话，他们俯首贴耳离开了自己祖居两百来年的故乡，跟着宋朝的护送军队向开封进发。其中呢李继捧的叔叔随州刺史李克文呢尤其恭顺，他把唐熙宗赐给党项人创业之祖拓跋思恭的铁券这个玉札呢都带来了，献给了大宋的皇帝赵光义，以此表示全族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大耳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哎，这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印象呢？哎，对了，你想着了你就明白了，你如果把李继捧啊改成了钱柱，你把西夏改成吴越，你感觉是不是一切都昔日重现了呢？哎，都是主动送上门来，都是举族搬进开封，从此和宋朝的官家们当邻居，一切美满和谐，真的吗？要注意啊，这都是对宋朝人而言的，请换到党项人那边去思考，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李继捧吗？内线的消息就像一只筛子，把党项人当中最桀骜不驯的人给过滤出来了。
这一天，银州城有一个刚满20岁的党项青年，他带着几十个随从，抬着自己乳母的棺椁，来到了城门口。他对把门的宋军说了：“说我呀，要到城外给我的乳母安葬。”理由充分吧，况且他的身份也不算太高贵，他只是李继捧的一个族弟而已。当时的官职呢是管内都知藩落使啊。那么就这样呢，他们出了城，然后打开这棺椁，从里边取出了弓箭兵刃，纵马狂奔300余里，逃入草原深处。在现今鄂尔多斯大草原水草最丰美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金泽地区啊，他们就扎下了营寨。就在这里，西夏人的反抗开始了。这个党项青年的名字叫做李继迁，从开始就是仇恨。你回顾一下党项人和宋朝人的历史，赵匡胤刚刚登基，当时的党项首领啊李殷呢就立即遣使上贡啊，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宜兴，来避讳啊赵匡胤的父亲的名讳。赵匡胤父亲不是赵匡胤吗？同时呢，贡献大批的党项战马。到了李兴的儿子李光瑞，不仅说四时上贡奉献战马，而且还奉命向北汉挑战，来配合宋军的行动。等到赵光义登基了，他又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克瑞，来避这个赵光义的讳。那赵光义不是带个光字吗？他们李光瑞嘛，改李克瑞。李光瑞一死，其子李继云呢，完全继承祖父两代的恭顺原则，把宋朝当上国天子来崇敬。可惜呢，死得早，2年以后，党项人首领变成了他的弟弟李继捧。李继捧呢更厉害了，更上层楼，把党项全族当成了贡品，就上了贡了。而宋朝人给了党项人什么呢？不过就是一句口头的允诺啊，许之世袭，我准许你们可以在自己的故乡自主的生活。可是现在党项贵族可都要内迁呐。这句话这可就作废了。所以由此可见，党项人没有半点对不起宋朝的地方，甚至连一点点失礼冒犯的都没有。那这是之后千百年间所有史学家都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可是上朝这个上国天朝啊，却欺负他们了，趁他们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时候呢，迫不及待地抢夺了他们的家园。你说是不是恨呢？是，你可以说国与国之间没有道义，只有利益。赵光义遵循了帝王之道，他的强取豪夺很正常。那么西夏人的反抗及他们的报复就不正常了吗？再正常不过了呀。在这之后的100余年期间，不论人家做出了什么，你宋朝人是无话可说呀。但是在当时呢，一切都还刚刚开始，正是见利不见弊的时候，宋朝君臣是弹冠相庆，刚刚开始笑，结果更大的喜讯是从天而降。这个更大的喜讯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喜从天降，党项人主动献国，百年错事赵光义留下后患。赵光义啊，留下了不少的后患，但是在当时呢，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只是啊，见利不见弊的时候。宋朝君臣谈官相庆，刚刚开始笑，结果更大的喜讯从天而降了。什么喜讯呢？当年的九月份，辽国的皇帝耶律贤突然病死了。年仅35岁，哎，是不是个好消息？而且绝妙的是，即位的人不是他成年的弟弟，而是他才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就这么一小毛孩子，懂什么呀？辽国的皇权落在了他的妈妈皇太后萧燕燕的手里，而这位皇太后当年却只高寿29。完了，咱不说当时的契丹人和宋朝人是怎么想的。萧燕燕本人那是当众哭了鼻子了，啊，母寡子弱，族属雄壮，疗房未尽，奈何？那当真是奈何，里里外外从此就要你当家了。尤其是不管辽国内部是不是服你，至少南边还有一大宋皇帝呢。哎呀，真是空前的利好啊！一连串的喜讯让宋朝人那是心花怒放啊。但是赵光义本人却愈加沉稳了，他在观察。首先看幽州，自从皇帝耶律贤死后，辽国的南面的第一重臣耶律休哥也消沉了，他再不出战了，只缩在幽州城里边，把自己那窝棚啊修了又修，是补了又补，甚至都安分到了宋朝的马呀牛啊放牧的时候，偶尔呢跑过了国界了，他都派人呢再给送回来。这一切都说明什么了？你别去翻书啊，你别说萧燕燕后来多厉害，别说大哥啊，你就想一下，假设说你自己是公元982年时候的宋朝人，你怎么想？很简单吧，辽国空前虚弱，机会来了吧？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叫趁你病要你命，此时不打更待何时，但是不忙。抓了满把好牌的赵光义一点都不忙乱，他坐在开封城里安静地观察着辽国接下来的走向。他有很多的事要做，首先他得把新得的党项五州消化了啊，还有这时候军队也不是当年远征燕云的时候了，但是一切呢都非常平稳。就在这种平稳之中，曹彬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咱们设身处地想一下，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曹彬，是当时的第一军人，你发现手下的大兵们军饷不够了，实在是苦哈哈的过不去下去日子了，你怎么办呢？先说啊，跟皇上要皇上不给，你那么多俸禄又是众所周知备受爱戴的老首长，那么你自己掏腰包给部下们一些，是不是很讲美德的一件事呢？哎，你信不信这就是罪？在中国历代所有皇帝都忍不了的罪中之罪。这个事儿咱们得往前说。话说好多好多年以前呢，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突然决定呢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学生子路。子路呢已经当了官了，虽然说官小，但呢也是一县之长。老师就问啊，子路啊，来报告一下你的政绩听一听吧。子路想了想，报告什么呀？我要说我判了多少个刑，老师不爱听。哎，对了，老师都爱听仁爱的事儿啊，这是老师所有思想最精粹所在，是吧？哎，对，就是他了。于是说，老师啊，是这么着啊，本县前些日子闹饥荒，哎，弟子呢本着救人之心，没经请示，开仓放了针，百姓们很高兴，很感激啊。却不料孔老夫子啪把茶杯摔地下了，胡闹，勃然大怒。对他的态度就像是对了一个乱臣贼子啊！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弟子？你简直是大逆不道！子路听了满脑的问号啊！老师，我错哪儿？老师，什么情况？哎，孔子哀叹：孺子不可教也，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放赈救灾。你这么做叫什么啊？百姓们感激谁？感激你。你这是在动摇民心，你在收买民心呢，你呀，你在与君争利呀，你这是为臣子者最要不得的祸乱之兆啊。于是以后千百年间，所有儒家子弟们都知道了应该怎么伺候皇上，
可惜曹彬大书秘史却不知道，没办法，他天赋再高，品德再纯良，读的书终究还是不够的，于是做了错事，自己还不知道。直到有一个小官，是镇州的驻博都监兼酒坊使弥德超，突然把他给告发了。他的罪名比子路还要高多了，因为他收买的不是民心，是军心呐。好了，你别说是赵光义了，就算是老主子赵匡胤都容不下这样的罪名啊。曹彬问题的严重性和恶劣性质，那不是教育改造的问题啊，那是得彻底回炉，让他重新投胎做人的问题啊。反正一句话，曹彬呢，死定了。危难时刻，他那么多熟人，没一个敢出面劝解的。不是说这个大伙不待见他啊，尤其是军中好友，比如潘美啊，任何尤其是军中好友，只要这时候敢出来说话，火上浇油。为什么？皇帝更加误会哦，你曹彬收买军心是不是？有人替你站来说话了是不是？你们已经拉帮结伙了是不是？怎么办？堂堂曹彬真就死在那几锭银子上了？哎，关键时刻呀，一位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站出来了，他叫郭芝。这个人资历很高，是宋太祖乾德年间的状元。你想想赵匡胤17年间才考出了几位进士，你就知道郭先生的才学到了什么地步了。而且这时候他还是什么呢，著作左郎右赞善大夫兼太子侍讲，就太子老师。他挺身而出为曹彬辩冤，史称其叫范言直谏，最后都跟赵光义说出这样话来了：臣受皇上非常之恩，是以约之报答皇。就我知道我这么做很蠢，我明摆着我知道我自己这么做很蠢，但是我一定得说，并且我这是报答你皇上，你得分清楚这里边厉害啊。赵光义强压怒火呀，有很多的话他没法直接拿到台面讲啊，无奈之中啊，他趁机反问，是吗？你说说看，谕旨有什么好处啊？郭芝回答就四个字，由圣兼邪，哎，掷地有声。我就是谕旨了，我至少比那奸邪的小人要好。赵光义苦笑，曹彬所谓那个罪呀，再加上平时的安分表现，你真说把他就这么给杀了，也确实有点过分。赵光义想了想，得了，罢免曹彬枢密使，同平章事之职，贬为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啊，死后呢，为了奖励然后呢，为了奖励这个告发者弥德超，把告发者弥德超呢，从镇州的一个地方小官直接提升为宣徽北院兼枢密使，这个枢密副使，啊，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即日起到京师三部，啊，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呢，宋朝的三司改三部了啊，各职这个下边有各这个什么枢密使、枢密副使啊之类的这些官职，哎，直接呢到三部上班去了，厉害吧？一步登天吧？你想想，宣徽北院使以前是谁的？咱们之前讲过潘美的。那是在潘美打下南汉之后才得到的荣誉，再加上枢密副使，好家伙啊，真是幸运的让整个宋朝都嫉妒啊！但是能想象吗？弥德超接旨之后啊，大为愤怒，啊哈，这给我的这是什么官啊？微末小职，哎呀，觉得太委屈了，怎么才是枢密副使啊？我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替换曹彬？你让我当枢密正使不就完了吗？难道不是吗？啊，本着谁害人谁受益的诬告原则，夺得投入就得有夺得回报啊！扳倒了曹彬，你就应该让我上来当曹彬呢？哎呦，皇上你不公平哦！大臣们，你们给我小心点啊！我没当上枢密正使，我得加倍努力。就这么着，刚刚上任的弥德超就以更加旺盛的上进心，更加敏锐的嗅觉，寻找起下一个目标。很快，他找着了，谁呢？王显差西。这两个人呢，都是他的同事，一样的枢密副使，而且都有宣徽北院使荣誉头衔，只不过人家先到，弥德超你后到，你得居其下。哎，这更加不可忍受啊！弥德超开始了公开谩骂式的攻击啊！王显差西蛊惑皇帝无功而居高官，自己有保社稷之大功，反居其下，不公平啊！弥德超又骂人了，满朝文武都一哆嗦。可是当时人王显柴以西哈哈一笑，俩人一点都不分辨，也不生气，直接上殿，把弥德超的原话一字不改告诉皇上。赵光义的反应是什么？大怒，立即就把刚刚上印的弥德枢密给罢了官了，并且余怒未消，把他全家发配到琼州，就是现在海南啊，让姓弥的从此远远给我滚蛋，再别想在长江北岸露面。哎，朋友们说了，这怎么回事？有点反常。哎，其实啊，你想想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太简单了。
王显、柴西那是什么人呢？你只要看明白这事儿，你就一切都明白了。这俩人什么人呢？一年多前也是名不见经传，尤其柴西，小小的一京官如京使，就这么一小官啊，他能迅速的冒升，他们俩完全是因为什么？告发前秦王赵廷美将有阴谋窃发嘛。可是弥德超长势，哎呀，说这两人蛊惑皇上无功而居高位，哦，这么说赵廷美那事儿那就是诬告了呗，对不对？那是假的了呗，俩人都诬告，顺便把赵廷美案子都给翻过来了，也就是直接说皇帝赵匡胤虐待三弟，完全无中生有呗。嘿，什么叫利令智昏呢？就算想不明白这里边内幕问题，你想砸人的时候，你起码看一下对方什么货色吧。王显、柴西这是什么货色啊？那都是跟你一样无耻、无聊、无原则的告密者，你以为谁都跟曹斌是那么好说话，那么软和，那么好捏？就这么着，弥德超在当年二月份一飞冲天，然后四月份直达地狱，啪叽一下摔地，摔得可扁了啊，过把瘾就死。他走了，把回忆留给了众多的当朝大臣，把苦涩留给了曹斌，也顺便让赵光义清醒了点。冲动是魔鬼啊，老臣要珍惜啊，那都是难得的家底子，这似乎是真理。只不过这件事没过多久，曹斌的故事再次上演了。宋朝太祖朝、太宗朝加起来资格最老的那位臣子，他的好日子也暂时告一段落了，可以回家休息了。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月，赵普罢相，以武圣军节度使出镇邓州，就是今天河南邓县，加封检校太尉兼侍中。这时候距离赵普复相之日仅有两年，这两年里边啊，赵普以宋朝开国第一功臣的巨大积威，以62岁的高龄日夜操劳，帮助赵光义把北征燕云失利之后的阴影啊都给消除了，并且贬谪了赵廷美，流放了卢多逊，把宋朝整个的上层权力秩序重建了，等于给赵光义重新换了一片天空。可是一纸罢相之就把这一切给抹平归零了，这在赵普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啊？打击吗？算不上了。无论如何，这都没有上次罢相的时候的错愕震惊啊。卸磨杀驴吗？太正常了。哎呀，花开就是为了谢的嘛，对不对？连皇帝都要轮班做，你更何况宰相了？只是各种滋味啊，冷暖难言。此生已老矣，再次出京还有来日吗？当年十一月，皇帝赵光义亲自在长春殿设宴为赵普饯行，并且当场作诗啊，留赠诗的内容啊已经不可考证了，只是赵普啊手捧御诗突然间流泪，说陛下赐臣事当刻于时日，与臣求骨同葬泉下。也不知道诗里写了什么，赵普一下子就想到了生离死别，这诗里边是不是有杀气呢？当天赵光义也为之动容，隔了一天皇帝的心绪依旧难以平复，他对近臣说，说赵普于国有大功啊，朕还是寻常百姓时就和他是朋友了，现在他老了，我让他到好地方去平安养老，他感激流泪，我也流泪叹息啊。但是官场这玩意儿不相信眼泪啊，啊，赵普被硬生生的赶下台，马上就有一位有心人看到了机会啊，又补阙指使馆胡旦在当年十二月赵普刚刚离京的时候就上了和平颂啊，这个不是咱们说那个追求和平那个和平，和呢是大和的和，平呢是平安的平，哎，和平颂。序中说呢，说逆训远投兼普平外，诶，训是卢多逊，普是赵普，一个逆一个兼，皇帝都发觉了，都赶走了，所以功德无量了，哎呦，这是什么情况啊？却不料赵光义大怒，把这位胡先生立即赶出京城，连贬官带罚俸，让他彻底尝一下拍中马蹄子的滋味。因为普通的官嘛，道行还浅，他们体会不到一个凡人活的赵光义和赵普的层次会有怎样的痛苦和压力。这时候赵光义就在痛苦当中，谁说官场是皇帝的乐园？赵普在朝，哎，在潮流里边这个可以说是随波浮沉啊，身不由己，他也感同身受啊，兔死狐悲啊。赵光义太难了，人生不如意事十居其八九啊，赵普可以一走了之，他赵光义不能一走了之，他得永远站在暴风眼里啊，去体验他主动追求来的以及没法预料的各种压力啊。啊，就像这一次在赵普罢相的背后就隐藏着他作为一个人来说最为悲哀的矛盾。什么矛盾呢？他的儿子楚王赵元佐。就在赵普罢相的十月份，赵光义把他儿子们的名字啊一律从德字辈改为元字辈，其中长子元魏王德崇改名为元佐，
啊，晋封楚王，次子原广平郡王得名改为元佑，哎，晋封陈王，三子德昌改名为元修，晋封韩王，啊，四子德言呢改名为元俊，啊，封纪王，五子德和呢改名为元杰，封义王。从此和他哥哥赵匡胤的这个儿子，弟弟赵廷美的儿子就彻底区分开了，并且五个儿子同时封王，都加同平这个同平章事啊，分日呢进中书省与宰相一同逝世。就从那时候起，赵光义的子孙在北宋史上唯我独尊，成了皇位的唯一法定血脉了。这其中就有赵普的功勋。据说赵光义曾以他哥哥当年的惯例询问赵普是否要传于廷美，赵普回答：“先立一错，陛下岂容再错呀？”然后居中谋划，把赵廷美做掉。按理来说，赵光义要感谢他，赵光义的儿子们更要感激他。可事实上呢，他这次的倒台罢相，就毁在赵光义的皇长子、皇帝位置继承的第一顺位赵元佐的身上。赵元佐提起他，让人想起赵德昭；德昭呢，让人悲悯惆怅，而元佐呢则让人感慨万千。有一个问题啊，纵观华夏历史五千年，无数人争名夺利，丑态百出，而且呢视作当然，这其中有没有人在皇位唾手可得，却只为了心里那一点良知的折磨就坚决不要呢？有，赵元佐就是这样。当他父亲费尽心机在血泊里边把大宋的皇冠捧到他面前的时候，满以为他会欣喜若狂，却不料赵元佐冷冷地说：“不要，因为那上面有他伯父的血，有他两位叔辈哥哥的血，现在为了他竟然还要再让他三叔也流血。”就在赵廷美被无端陷害的时候，赵元佐曾极力为之辩白，为之挽救，可是他理智的父亲却一意孤行，最后廷美被发配了。他无可奈何，但是却可以把这口恶气出在帮凶的身上，于是他以楚王兼王储的身份来要求父亲把赵普给我赶走。他父亲答应了，一来大局已定，朝堂之上已经不缺赵普这一尊太沉太重的神了，二来赵元佐文武双全，聪明机警，就连相貌都和赵光义极为相似，在资质上，在心理暗示上，都是帝国唯一的继承人。一个交易似乎达成了，未来是元佐的，无论这时候赵家另外两支的人受过多少亏负，等到元佐登基的时候，他都可以尽情的加恩，为父亲的曾经呢做出补偿，更给自己啊添加仁德的光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就在他封王之后才两个月，时间进入984年正月，也是宋朝太平兴国年号终结、雍熙年号刚开始的时候，从房州传来了一个消息，先是让赵光义如释重负，紧跟着就追悔莫及。这个消息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少时在家，各位，你想跟大宇交流吗？你想跟大宇辩论吗？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宇是宇宙的宇。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宇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宇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再次罢相，赵普黯然离朝，细说背后元佐于父争锋。这赵元佐呀，赵元佐就是赵光义的儿子啊，不太愿意看到自己爹的呢做的这些事情啊，
把自己的伯伯呢叔叔呢都这么着给害了，他就觉得自己呢心里有点过不去。那么过不去呢，和他爹之间呢就大概建立了一个交易，那未来是远佐的，这皇位呢是远佐的，无论这时候赵家另外两支的人啊，赵匡胤那边的，你是赵德昭也好，赵德芳也好，还是说赵光美这边的啊，不管是他们两边哪家的人啊，受过多少亏负了，等到远佐一登基的时候啊，他都可以尽情的加恩，哎，为父亲曾经做出的这些事情做补偿，更给自己呢添加仁德的光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就在他封王之后才两个月，时间进入了984年正月，当然他这个交易呢就是他做要做皇帝，未来当皇帝是可以的，但是得把赵普撵出朝去。结果时间呢来到了984年正月，也就是宋朝太平兴国年号终结，雍熙年号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房州传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先是让赵光义如释重负，紧跟着赵光义就追悔莫及。什么消息啊？他的亲弟弟赵廷美死了，年仅38岁。这对赵光义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如释重负，潜在的皇位威胁的这个人没有了。但是紧接着赵光义就受不了了，追悔莫及。怎么了？赵元佐他的大儿子疯了。这个赵元佐是见人举刀就砍，有人经过他的府门，他会突然之间张弓搭箭，变得异常的狂暴。他的老师、他的属下，甚至赵光义本人的规劝都不起作用。其实人人都知道，他在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来报复自己的父亲。您不是伟大、光明、正义的帝王吗？行，那我就是个卑贱的疯子。这就是你希望的吗？那么你赢了，好啊。元佐这么一封，赵光义可是追悔莫及啊。他在全国范围内搜求名医良药来治病，并且为长子大赦天下，祈求上苍垂怜，能够赐福让自己的这个孩子能好过来。另一方面呢，赵廷美突然去世，你说他这当哥哥的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他也非常的悲痛。有一天他突然呢对宰相说，说廷美小时候就很刚愎自用，长大了变得更加凶恶，我因为是他哥哥，我一直都容忍他，现在也只是把他迁到房州，让他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过错啊，刚想啊推恩起父，可他竟然就这么快就死了。哎呀，我悲伤啊，但是无可奈何呀。于是呢他以王位追封廷美啊，封福陵王，赐这个四号呢为道，并且为弟弟亲自发丧服哀，然后呢把弟弟的儿子赵德龙提升为刺史，把弟弟的女婿韩崇业提升为靖难军司马，转年之后呢再加封德公呢为左耳大将军判冀州啊，封安定侯，德龙呢为右武卫大将军呢判这个宜州啊，封长宁侯，并且赐两人长俸外支钱300万贯。就这样，尽管说死者已矣，或许也可以置愧疚悲痛于万一吧。但是不久之后，赵光义就又说了另外的一番话，同样还是面对宰相。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廷美啊并不是我的同母弟弟，他的妈妈是已故的陈国夫人耿氏，也就是我奶娘，后来的离开我们家又嫁了另外一姓赵的，生了另一个儿子叫赵挺俊。我因为挺美的原因对挺俊也挺好的，让他在宫里边做事，可是他们兄弟却里外勾结，就在金明池早好我要起驾出游的时候，挺俊把我的行踪告诉了挺美，准备对我行刺。这样的事儿，如果我交给有关衙门深究处理，那么挺美当断然是罪不容诛，可我也只是让他到西京洛阳去住，躲开小人好好反省，可是挺美却变本加厉出言不逊，所以我才把他迁到了房州，那也是为了保全他。至于挺俊嘛，我更加只是贬黜而已，我对挺美没有亏负的地方啊。说完赵光义是脸色惨淡，非常伤心。哎，怎么样，有情节有内幕，还有相关的互动联系，一切的前因后果从此清楚明了，大白天下了。这个时候这宰相是谁呢？这个时候这个宰相啊史上有名啊，谁呢？是宋史上出名的良善老人李昉。此人的年龄啊和赵普差不太多，
他为相没有什么作为，只有几件可以称道说这个人挺厚道挺仁善的这个事儿留下来了。比如说卢多逊在皇帝面前净说他坏话，可是他不仅不报复，反而在卢多逊犯事之后呢为他辩护解释，哎等等吧，诸如此类。但这并不是李方无能啊，要说明的是在太宗一朝啊，没有任何宰相在重大国事上能有所作为，包括赵普。因为皇帝是赵光义，这是宋史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独裁者。回到谈话中，李昉的回答意味深长啊，他说了，说福陵悖逆天下共闻，而恭敬重视，若非陛下委曲宣誓，臣等何由知之啊。嗨，得了吧，一切都是你自己说的，你让我们怎么品评啊。但是呢，不管话里有多少刺儿啊，赵光义都不在乎，似乎这样他目的已经达到了啊，那可不是我的同母弟弟啊，而且出身卑贱，所以我怎么对他都无所谓啊，那是我奶妈的孩子，是吧。在一个人的心呢，在失常的时候能做出多可可笑的事儿啊。但是想想三十来年亲兄弟一步步处心积虑置之于死地，就算是赵光义也神明暗窥语无伦次了吧，真是烦恼不断。但是一个人身应天下重任，喜事总是会有的。当年的九月份，从西夏党项方面传来捷报，宋之夏州引线偷袭草原深处李继迁部一举成功，抓住了李继迁的老母和妻子，俘获1400余丈百姓，李继迁本人仅以身免，孤身逃入草原的更深处。时间进入第二年，宋雍兴二年，公元985年，西夏银州城下来了两个老熟人，李继迁和他的弟弟李继冲，他们没带随从，空着手叫开城，走进大宋西北军团主帅都巡检使曹光实的帅帐，说我啊都败了好几回了，我现在走投无路，我没法立足了啊，我是活不下去了，你能允许我投降吗？李继迁就是这么说的。曹光实谨慎思考，这是不是诈降啊？他没带家眷，可是他的家眷早被我们抓来了，他说的是假话吗？但是他真的已经被我击破老巢了，部署尽失了，没有立足之地了，他有埋伏吗？笑话，他亲自来的，连唯一的弟弟都随身带来了，还有比这更有诚意的投降方式吗？于是曹光实终于大喜，他答应了李继迁的投降，并且带了100多个骑兵立即出发，由李继迁兄弟为先导啊，赶赴夹芦川，就是今天陕西嘉县啊，去接收呢李继迁的残余部族。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很简单，功劳第一要快，第二要隐秘嘛，这样才能瞒住驻西夏的宋朝第一长官尹宪的耳目，把招降李继迁的所有功劳独吞嘛，对不对？当天呢，曹光实一路急行，很快到了目的地。那里啊，也真的是有很多的党项人在等他。只不过李继迁一声令下，突然之间是万箭齐发，曹光实和他100多名骑兵全部阵亡。大宋西北军区司令官就这么着死了。李继迁扒下了他们的衣甲，穿戴整齐，然后重回银州城，就这么着银州陷落。紧跟着他又打破了惠州，啊，又把当地的城池一把大火给烧掉，让西夏的形势彻底的逆转了。回顾全程，是他太侥幸还是曹光实太愚蠢呢？是也都不是。李继迁为了套住狼，已经不是舍出孩子去了，把他自己和亲兄弟一起扔狼嘴里去。虽然说在祈求侥幸，但已经是孤注一掷，不赢那就是死。而曹光实也算不上愚蠢，谁能在农家大集卖草鞋的摊子上认出哪位是未来的蜀汉国主刘玄德呀，对不对？当李继迁只是个走投无路的翻帮小崽子的时候，你能把他当成恶魔级的怪物来看待吗？在历史上，霍去病还曾经孤身一人进入匈奴的王庭，把当地的全族给招降了呢，对不对？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大宋迅速做出反应，王申就是王璞那个儿子啊，之前咱们李飞雄事件里边说过，王申率军出击，在银州城北大破李继迁，镇斩其5000余人。李继迁再一次一无所有，逃入茫茫戈壁荒原。边疆动荡啊，将士们的头颅和鲜血再次把国境线稳定下来，国都之内得以歌舞升平，又一次的举国盛世开始了。文人们呢，才快乐地走入考场。哎，雍熙二年的科考这可就开始了。这一科没有产生出多么大的人物来，但要强调的是呢，这一科的状元呢叫梁浩，当年只有23岁，但是民间传说呀，此人空前绝后，
极地的时候竟然高寿82。第二呢，从这一刻开始，考中的进士以唱名的方式向全天下宣布，以此荣耀文士，并由此成立了。战士的胸膛，帝王的勋章，战士的鲜血，进士们却视如平常。就在几十年之后，宋史中著名的臭嘴韩琦就曾经对名将狄青叫嚣，东华门外一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真的是这样吗？不管怎样，文章盛世之后，宋朝更加普天同庆了，一个个饭局的理由接连出台，三份科考，四月份召集宰相参着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赏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以及三管学士，也就是京城里边稍微有头有脸达官贵人，哎，同到皇宫后院赏花钓鱼啊，张乐赐宴，是不是？哎，这个张悦赐宴啊，君臣同乐，好吧？当天皇帝兴致极高，命群臣赋诗习射，哎，脱落行迹是近日欢愉，并且以此成立了。每年四月都要举行赏花钓鱼宴。据说这个皇家宴会的规格是极高的，不仅人吃的上档次，就连鱼饵啊也非常的美味可口。以至于说几十年之后呢，有一位不世出的大学士在宴会上居然把满满一碟子鱼饵都吃下去了，让冷眼旁观的皇帝大失所望。结果那场在人类历史上都屈指可数的大变革要迟了近10年才得以实现。进入九月，时至重阳节，这更是一个放假休息的法定日子。出于幸福感，有时就是私密感的原则，赵冠毅决定在皇宫里和自己的儿子们过。要强调的是呢，他这时候的个人生活幸福极了。第一，长子元佐的病情好转了，不经常拔刀砍人了。第二呢，他刚刚立了皇后，已经是第三位。据说该皇后年轻貌美，实践非常，是个品貌双全的美人，今年才25。啊，得说一下这位皇后。那他姓李，是宋朝开国功臣、著名的吃人恶魔李楚云的闺女。他有三位前任，可都死得极早，似乎都在给他让道啊。其中赵光义的原配夫人尹氏、续弦服饰都在他即位之前就死了。第三位也姓李，就是元佐和元修的生母，本想立为皇后，可惜突然也病死了。直到元修成为赵恒，也就是宋真宗的时候，才被追封尊号母以子贵。所以现在这位李皇后是太宗时第三位，也就是最后一位的皇后。将门之后，美丽之中大有心机，而且她的兄弟就是战功卓著的李继龙，内皇后而外将军。各位朋友们想一想，我们之前说汉朝的时候，这是标准的汉朝顶级外戚的配置了，到底在宋朝会有怎样的表现，咱们按下不表，以后再说。咱们先说回当年重阳节，宋朝皇宫内宅里的家宴。话说啊，这冠子如杀子，那么关爱呢？父母的关心对儿子又意味着什么呢？似乎是纯真美好的，但在有心人的眼里，这也是机会。天地间至高无上，能随便让万众生死那个位子，让人的脑子时刻的在变异。你信吗？这些人脑浆是硫酸做的。家宴开始啊，与会者都谁呢？陈王元佑啊，还有呢，韩王元修啊，另外啊，还有这个翼王这个纪王元俊、翼王元杰啊。对了，唯独没有长子楚王元佐，那是因为做父亲的格外疼爱。赵光义体谅长子大病未愈，刚刚见好，让他继续休息。当年赵光义眼望众多儿女是心潮起伏，你能想象吗？皇宫做宅院，满座皆龙种。哎呀，九年之前他是谁？这些孩子又都是什么呀？回望前尘，想一想都是罪过呀。但是他又成功了呀。这一天是父子同欢，至晚才散。散场之后，四个弟弟像顺路一样去探望了一下一直蒙在鼓里的大哥。注意啊，兄弟们见面，弟弟们说了什么，历史上只字未提，大哥的话却记录下来了。元佐非常难过，汝等与至尊宴设而我不欲，是为君父所弃也。我只是不要皇位，可我不是不要爹，你们怎么能抛弃我在那个饮宴玩乐不待我呀？史书记载，当天晚上元佐是悲愤焦急，到了半夜他把妻妾都关起来，一把火把自己的房子给烧了，烈焰升腾，大火直到天亮都没能扑灭。天一亮，赵光义直接命人把元佐押到中书省，派御史去审问，而且把巨型木枷放在堂上，大宋宰相办公的地方第一次成了刑堂。
元佐都招了。赵光义是心灰意懒，连面都不愿再见，派内都之王仁瑞公事公办去宣召问罪，如为亲王富贵及矣，何兄辈如此？国家殿宪，我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此决矣。事称元佐是无言以对。在以后，他的兄弟们以陈王元佑为首，再加上宰相近臣集体痛哭求情，百般营救，但是赵光义不为所动，还是把长子贬为庶人，赶出京城，押送军州，今天湖北十堰东北安置。等到百官们三次集体上表挽留，赵光义终于召回他的时候，元佐已经走到了黄山的脚下呀。从此赵元佐被幽禁南宫，派专使监护，不通外事，直到终老死去。但当年他仅仅25岁呀。好了，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么个事情，史书上就这么写的。可是有几个疑点我们得问一问，哎，咱们得想想。第一，这四个弟弟到底都说了什么呀？谁说的呀？还是四个人都说了，一心想看看大哥能不能气得更疯一些呀？第二，这赵光义为什么直接就把纵火人锁定在长子身上，直接就落锁镣铐，直接给抓起来呀？为什么就不能是宫中的差役不小心失了火呢？想想十几年后宋真宗年间那场更大规模的火灾也与皇族子弟有关，可是为什么就能秉公处理，找出直接的责任人呢？阳光下没有任何事情是新鲜的，那个人不管隐藏的多深，都会留下他的蛛丝马迹。陈王赵元佑，四个弟弟之中元杰太小，只有15岁，无论怎样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元俊终生不问政事，悠游闲散度过一生。元修是元佐的一奶同胞，同母亲弟弟，两人至死都没有半点不和。元佑不一样啊，元佐不倒什么都轮不着他，而元佐刚倒他就从此改名为元熙，升任开封尹兼侍中，正式成为大宋皇储了。用什么样的话才能刺激到冲动天真的大哥，在第一时间暗示父亲是谁纵的火？只是一场寻常的家宴呢，就能得到天下至尊的宝座，或许应该祝贺他。虽然他长得不像父亲，虽然他没有大哥那么聪明，甚至他手无缚鸡之力，不像大哥文武双全，但事实证明他才真正遗传了乃父的基因。那么你就去做吧，只是得到与保住之间还是大有区别啊。祝你好运呢。时间进入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刚过正月，赵光义又从凡人的家世中挣脱出来，一件空前重大的事儿得需要他做决断了。什么事儿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恐惧流言日，王莽迁贡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英年早逝，听美撒手西去，明争暗斗，元佐才中千套。时间进入了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刚过正月，赵光义从凡人的加持当中啊挣脱出来，一件空前重大的事儿要让他做决断了。什么事儿呢？伐辽的时机到了，打还是不打，这是一个问题。你看辽国的现状啊，不是糟透了，而是太烂太恶心，已经腐朽了。回到上一届国王耶律贤死的时候，没等宣召当时的辽国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就带着亲兵直奔皇宫，干什么呀？很香艳，他是太后萧燕燕的情人，他帮着把他12岁的小儿子啊，不是他韩德让的小儿子啊，是萧燕燕的12岁的小儿子耶律隆绪扶上了辽国国王的宝座，然后两人开始公开的双宿双飞，是彻底夫妻了。哎呀，真是纲常大乱。这还不算，此人更加得志便猖狂，哎，十足的小人嘴脸。辽国的皇族涿州刺史耶律虎骨只是因为顶撞了他几句，他就在契丹王庭的大殿之上夺过武士的铁骨朵，把虎骨当场击毙，而辽国群臣无一敢言，没人敢说话。你再说萧燕燕这位太后啊，她的作为更让宋朝人鄙视。有情人这倒也不要紧，中原的太后皇后比他风流的多的是，但是人家都做得很艺术。但是你瞅这萧燕燕吃的也太没吃相了，韩德让打马球被人撞下马来了，他立即砍了肇事者，像个小女孩似的给情人出气，之后天天的见面吧还不满足，他竟然派人呢把韩德让的妻子给毒死了，公然抢夺别人的丈夫，这玩意也太露骨了吧，这标准的国母临朝宠幸专权呢，在中原自要出现这种情况 90% 以上都得改朝换代啊。何况还不止这些，当年在韩德让刚刚赶到好皇宫的时候，辽国重臣耶律斜轸也到了，皇太后哭着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壮，辽防未竟奈何。那个时候他的回答是信任臣等何虑之有。是啊，真的也很信任他，他和耶律休哥一南一北把持辽国军政大权，在宠幸用事之上再来了个权臣当道，也真是雪上加霜。你说辽国还想不灭亡啊？这些个情况每天呢都在宋朝君臣严密的监视和分析之中。现在时间已经过去4年了，终于可以肯定了，当年抓到的绝对是一把必胜的好牌，那还等什么打呗。公元986年正月，宋朝边镇雄州知州贺令图啊、越州刺史贺怀甫以及文师子薛继昭和这个军器库使刘文玉啊，还有呢崇义副使这个后母陈利用啊等人呢，相继上表请求立即北伐，重夺燕云十六州。赵光义呢同意了，几乎就在一周之内，北伐的命令就传遍全国，军队迅速动员，宋境所有军州精锐的将官们都开始向开封靠拢了。到正月21日，时间仅仅过去了半个月，北伐大军就完成了集结。宋朝皇的赵光义命令兵分三路立即启程进讨契丹。东路军命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部水路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延进为副，内客省使郭守文为都监，部下有名将傅潜、李延斌、马正、卢汉云、杨崇进、范廷照、李继龙、薛继昭、史圭，还有这个刘知信呢傅延寿啊，还有贺令图等等。另派是为马军都指挥使张化军节度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汾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因为豫州观察使呢这个赵彦布呢，还有这个指挥使张绍，还有引进副使董苑为都监，部下有你想蔡玉了、韩彦清了、窦辉了，还有曹美了等等。曹彬部与米信部啊同出雄州，直取新城，就是今天河北新城东南，还有涿州，今天河北涿州。再就是中路军同在21号，赵光义命侍卫部军都指挥使靖难军节度使田崇进
为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让他来当这个都部署。右卫大将军吴彦甫，新上河门使袁继忠为都监，部下有高琼、张成衍、安德作。中路军自定州北上，出飞虎口攻辽，就是今天河北涞源这个地方。还有西路军24号命中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硕株洲行营马步军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西上峨门使王申以及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玉为都监，出雁门关直取辽境云州，今天山西大同，与中路田重进会合，然后挥兵东进，从北面会攻幽州。从这个安排上来看啊，宋朝已经是集结了所有老中青三代将官，从曹彬、潘美等等开国第一代宿将，到李杰龙啊、傅潜呢、等等新一代主战名将，再到刚刚冒生的王申呢、还有这刘文玉啊，甚至还有降将杨业啊，这已经是毫无保留精锐进出了。而且三路大军仅曹彬和芈信的东路军兵力就达到了20万，全军总数是30万以上，这已经是自上次幽燕之败以后啊，近七年以来休养生息不断储备的全部家底了。再加上为31万大军所提供的粮草、军械等物，宋朝已经是全民备战，胜负之间已经不是战斗的本身，而是国家元气的溃营了。为备正事，当年宋太宗皇帝啊，诏谕幽州北境汉人，诏曰啊，朕敌营警命光宅中枢，右属全无尽在提封之内，东建西北显归富裕之中，全此北燕之地本为中国之民，晋汉以来容夷窃据，待今不复吹50年。今遣行营前军都总管曹彬、副总管崔延进等推封直进，镇旅长驱，朕当蓄御戎车亲临寇境，禁止西楼之地进分老上之庭，凡在众数当替朕怀。天佑中华呀，让这一战胜利吧。临行前，皇帝把三路主帅召集在一起，下达了这次北伐的最高军事机密，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兵团协同作战，分主次攻击，目的呢是要把辽国人牢牢地锁死在燕云十六州之间，让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刀一刀砍成碎片，却偏偏一动不敢动。具体情况先要说明一下两个概念，哪两个概念呢？就是这个山前和山后。说山前山后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燕云十六州啊，是以太行山为界，太行山北之东南方的潭、顺、济、幽、卓、墨、营诸州呢，称为山前七州；太行山西北的如、归、新、武、云、朔、环、应、代这些州呢，是山后九州，前七后九，一共16州。地理不同，攻守的难易也就天差地别。大兵团千里奔袭协调决战，这里边的讲究太大了。赵光义深思熟虑给辽国人下了一大圈套，攻击的重点呢永远都是在幽州，但是要吸取上一次北伐时的教训，不能再蛮干只取幽州了，要把它孤立，在攻击它之前先把其余15州都拿下来，这样辽国人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赵光义命令先以最强的一部兵马正面直对幽州，大张旗鼓，要让整个辽国都知道幽州时刻在巨大的威胁之下。但是威胁是威胁啊，不打，一定要持重缓行，慢慢的走，把辽军的主力部队牢牢的盯在幽州城里。而与此同时，令两路大军直奔山后九州，全力以赴把幽州的外翼全部拆除。这期间辽国人注定要顾此失彼，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都不敢置辽国南京重镇幽州于不顾，先去救援边缘的城镇，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等到山后九州完全沦陷了，辽国人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被迫和已经会合的宋朝三路大军在幽州城下进行大兵团主力决战了。那时候以宋军连胜的势头，辽国人马一定是惊慌失措，接战必败。计划定好了，分兵派将更加大有讲究。潘美锋利，用他攻城略地，山后九州由他和田重进随意攻击。
曹彬稳重，让他独当一面，承受最大的任务。他所领的东路军正对着辽国最强的第一军事人物耶律休哥，两强对决，唯恐他战力不够，还给他配备了米信，更妙的是之前还把他贬了官了，哎，把他饿着才能真正的出力干活。就这样，赵光义还派出使臣过海联络高丽，约其呢夹攻契丹，并且不管高丽是什么反应，宋军的水师已经在渤海湾里集结了，随时都会入海，在辽国国内呢登陆，袭击辽军的后方。这个安排呢真是细致又细，甚至又甚，赵光义不敢说已经算无一策，但至少已经是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了。宋军在公元986年3月攻入辽境，3月初5日战争在东路率先打响，宋军第一主将曹彬呢锐不可当，当天就攻破了固安，紧接着毫不停顿迅速进兵，在13日攻破了辽国边境重镇涿州，并且全歼其守军，燕云16州，这可已经拿下一州了。曹彬部面对前方巨大的开阔地，突然收住脚步，给予命令，他们必须慢一些。于是近十万人的庞大军团进驻涿州，一边按原计划震慑远方的幽州，一边等待其他两路友军的战况。中路军和西路军同时在3月初9日展开攻势。中路田崇进自定州啊，沿今天河北唐河呢河谷北上，初9日到达太行八行当中的飞狐行的北端口。这个时候辽国冀州康州的守军呢已经闻讯赶到，田崇进在飞狐行呢之外与辽军野战，一战全胜，辽国援军是全军覆没，宋军趁势进攻飞狐行。到23日辽飞狐守将投降，田崇进挥军急进。28日辽灵丘，就是今天山西灵丘投降。4月17宋军攻至豫州，就是今天山西豫县啊，当天攻城，当天城破，已经攻入了这个辽国山后九州的腹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啊，宋朝边境民风强悍呢，边门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个部队就已经相当的厉害了啊。这个部队也开始来攻击辽军，他们趁夜杀入辽国兵营，天亮的时候提着辽兵的首级到军前请功。远在开封的赵光义大喜，专程下诏，有能应接王室纠合土旅，是平资天讨，学此世仇者，获牲口赏钱五千啊，得首级者3000，马上获牲口就是抓活的啊，马上等10000啊，中7000，下5000，平幽州后愿在军者忧与存禄，愿归农者给付3年。此令一出，那宋朝边民从者如云呐、啊，宋军的实力不是30万的问题啊，那更加高涨了。但是最强的攻势还是潘美的西路军。3月初9日潘美杨业在环州，今天山西朔县东北方，哎，与在这个环州城下与辽军接战了，以潘杨之威，潘美和杨业啊，辽军是溃不成军，宋军迅速攻城，当天就攻下了环州。13日辽朔州守将投降，19日辽应州守将投降，进入4月宋军攻至辽重镇云州，辽军坚守顽抗，宋军强攻到13日云州攻陷。自此西路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燕云山后九州已得其四。这个时候战争已经进行了近45天，山后战局完全在宋军的掌控之中，可是在山前曹彬出事了。怎么回事呢？开战之初啊，赵光义的所有作战意图都得以完美实现，尤其是在山前战区，曹彬部8天就实现了整个战役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攻占涿州，完成了对幽州的威慑。你看一下涿州啊到底在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涿州市，它离现在的北京天安门只有120公里，曹彬只用8天就和耶律休哥呼吸相闻，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距离，真的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威慑效果。宋辽两军的主力军团随时都会血溅疆场，你死我活，决战一触即发。耶律休哥的处境要比上次宋军北伐时恶劣1万倍，所受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7年前那个时候至少还有辽国为了援助北韩而派出的增援部队，可这个时候他只有南院一部之兵，却要抗衡整个宋朝的庆国之力，怎么办？形势比人强，他只能如赵光义所料，被曹彬牢牢地压制在幽州城里，一动都不敢动。山后九州得了，想都不敢想，完全放弃。即便说潘美、田崇进去为所欲为，他也不敢有所动作。他所能做的就是祈祷，
一边盼着他的萧太后在大后方尽快的集结辽国精兵来救他的急，一方面的祈祷宋军能犯个错。但是谈何容易啊，那对手是谁？曹彬呢，大名鼎鼎啊，名副盛誉，在整个东亚包括高丽都无人不知，宋朝第一军人曹彬犯错，他这提防着曹彬，说不得哪天就突然启动120里的距离一骂平川，俩人当天就能见着面啊。不过谁能想象，此前锋锐绝伦而且老辣沉稳的曹彬，他居然真的就犯了错了，而且是这样的小儿科，怎么回事啊？曹彬部在3月13日进驻涿州，可是只坚持了10多天，突然后撤。耶律休哥的反应不是松弛，而是惊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过分紧张，出了幻觉了。他真做到了吗？啊，他竟然把曹彬的粮道给劫了。他本来像应景一样，说那咱不能不做反应啊，是不是啊？打一打吧，那咱们就打一打吧，就这么着，派出了少量的骑兵在华北大平原上机动游弋。啊，白天躲在林子里边打着野伏，哎，晚上呢这才出去找机会偷袭宋军的边缘部队，劫粮道。劫粮道只是他出于战争本能的功课，没想到哎他就成功了。而曹彬身为沙场宿将，坐拥10余万精兵，居然就把粮道给丢了。古今无数战役失粮道者必败，少吃一顿饭精兵就不是精兵了。曹彬千不情万不愿，但总不能坐等着饿死吧。当机立断，曹彬趁全军战力未衰，立即迅速后撤，在4月初返回到国境之内的雄州。这一下子，幽州警报彻底解除，整个战局可就走了样了。消息传回开封，赵光义大惊失色呀，北路突然间空了，压力完全向山后九州的西路军倾斜，这等于是白送给辽国人各个击破的机会啊。但是不能急，赵光义很快镇静下来，他发出的命令非常励志，他没有严令曹彬火速进兵把战况复原，而是派出信使告诫曹彬千万别再急着进兵了，你马上沿着白沟河啊，就是拒马河，是由西向东流入渤海，当年宋辽两国的界河，马上沿着白沟河向米信部靠拢，东路两军合而为一，养兵蓄锐，保持对幽州的压力，为西路军继续张势，等潘妹等人完全攻下了山后九州，再先于中路的田崇敬会师，然后才向幽州运动，按原计划在幽州城下与辽军决战。这是当时啊最稳妥的应变了，你想想看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当然你可以说这是系统崩盘了，却不想重装，只想着打补丁救急，完全不知变通，连兵无常事水无常形，必须随机应变的常人都不懂吗？可是如果你换个新方案，哪怕好上10000倍，但是你怎样通知散布在整个燕云16州之间的三路呢？不是，实际上现在是4路啊，曹米两部还没有会合呀，大军及时通畅的配合现在是不可能的，他没有微信啊，他没有电话，飞马飞鸽传书，还是宋朝有很多奇特功能的人啊，部队里都有戴宗日行千里啊，能心灵互动传递信息的那种高人也遥不可能，所以只能是这样。但是怕什么来什么，从此以后一个个突发事件让赵光义和曹彬措手不及，首先乱的粗在自己家兵营里边，曹彬部下的骄兵悍将们在帅帐里边消成一片，哎呀这个吵啊，他们拒不执行命令，向主帅质问为什么要向米信靠拢啊？为什么我们要给西路军打杂，我们是主力，一直在胜利，现在却要本末倒置，这是耻辱，绝不能接受，我们要出战。群情激愤怎么办，是硬生生的压下去，还是珍惜这份士气马上进兵啊？这一年曹彬刚满55岁，从军整整21年，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现在整个幽燕战局的胜负点都压在他的身上，想要胜利他就必须得做出适当的决定，最起码他得能指挥如意，让部下们乖乖听命令，可是他竟然向部下们屈服了。宽厚的爱兵如子的仁慈的曹彬，在众意难为的情况下选择了违抗皇命，带足了50天的粮草，然后全军北渡拒马河，重新进入辽境，再次向涿州进攻。那么这一次曹彬是否能够如之前一样的顺利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在哪儿啊？咱们说到再次北伐，赵光义孤注一掷面对困局，大将军如何定夺呀？曹彬部下的骄兵悍将们在帅帐里边是叫嚣成一片了，他们拒不执行命令啊，向主帅质问，质问什么呢？啊，凭什么我们要向米信靠拢？为什么要给西路军打杂？我们是主力好不好啊？我们一直在胜利，现在好家伙，本末倒置，这是耻辱啊，我们不能接受啊，我们得出战呢。群情激愤，这时候怎么办？是硬生生的压下去，还是珍惜这份士气马上进兵啊？这一年的曹彬刚满55岁，从军整整21年，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现在整个幽燕战局的胜负点都压在他身上，要想胜利，他就必须得做出最恰当的决定，最起码他得能指挥如意，让部下们乖乖听命令。可是呢，他曹彬竟然向部下们屈服了。宽厚的、爱兵如子的、仁慈的曹彬，在众意难为的情况下选择了违抗皇命。他带足了50天粮草，然后全军北渡拒马河，重新进入辽境，再次向涿州进攻。至于原因嘛，大概是他现在手里没有了赵匡胤曾经给过他的那把天子剑了，所以换他在部下们面前发抖了。或许他还想着耶律休哥仍然老老实实地缩在幽州城里等着他扑过去继续摁住了暴脆，他眼前的这片幽燕大地也仍然是他随意进退的天下。宋军再次进入辽境，这回是心想事成，他们要敌人，敌人可真就来了。在路上他们就遇上了耶律休哥，耶律休哥出战了，宋军中稍有头脑的人马上心里都一沉，完了，出事儿，至少得出两个，第一幽州城出事，第二山后九州出事，以及潘美田中进。很简单，这两点可以放在一起思考，耶律休哥赶出幽州，就至少说明他不担心山后那九州了，此前他必须挺在幽州城里，前挡曹彬，后拒潘美，可是现在他敢冲出来单挑曹彬，山后那边的局势可想而知，辽国一定是有人已经赶到了山后九州，战场上的实力对比再不是一个月以前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辽国的反应啊极其的迅速，战争在3月初5爆发，远在草原深处的契丹王庭在初6就接到了战报，萧太后命令马上全族动员啊，沃洛朵军制再次发挥功效，契丹的骑兵们几乎就扔下木鞭，抓起马刀的一瞬间就完成了集结，然后各部精兵赶赴幽州，归耶律休哥统一指挥，目标就是宋朝的东路军。之后萧太后急召正在征讨北方女真族的远征人马以及这支部队的主帅，历史证明与宋军决战这个人必不可少，谁呀？耶律斜轸。他们直奔燕云战区的山后九州，潘美田重进马上就会见到这个老冤家。而同时呢，辽国再派林牙秦德率兵前往平州，今天河北卢龙，
在这块海岸，防备宋军水师从海道出兵袭击辽军后方。等着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萧太后做出了一个让宋朝人都瞠目结舌的事儿。这个寡妇带着自己幼小的儿子急速前行，追上了前边增援的部队。面对挑战，她选择了最强硬的回应方式，御驾亲征，比她的丈夫耶律贤在世的时候还要勇敢。这时候应该正视一下这位非凡的异族女士了。她一生之中啊，唯一能让人诟病的就是她的情人韩德让，但是如果她的丈夫还在，那么她是乱搞。如果此时她不只有一个面首，那么她可以在道义上受到蔑视，但是她从始至终都只有韩德让一个，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个词儿可能很烂很老套，但是它千真万确的存在着，我也要用它，那就是爱情。或许野史上的传说是真的啊，野史说俩人啊年轻的时候曾有婚约，辽景宗啊是用皇权把萧燕燕夺到手的，他与韩德让之间呢是终生互相扶持，绝无猜忌背叛。纵观整个人世间，尤其是活在权力之巅的人身上，这是极其罕见的。尤其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刻，你要注意，文武全才的韩德让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很多具体的作为，那是因为萧太后的每一个决定里都有他的参谋，这两个人是一体的。就像这时候他隐身在幕后，为他的女人把赵光义的战略要点完全破译，进而找到了宋军的致命破绽。最致命的破绽就是最强的那一点，曹彬和他的东路军。赵光义所有的作战意图都要在东路军以强大的实力震慑住幽州城里的耶律休哥来实现，由此才能由山后反掠山前，让辽军一动不动安乐死。但是如果曹彬直接被打击直至崩溃，又是什么局面呢？平心而论，这个问题赵光义一定想过，但是在开战之初，这根本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耶律休哥有那个心，他没那个力。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曹彬的部队一退一进之间，契丹铁骑已经增援到位，尤其是萧太后啊，只有33岁，平生没上过战场，可是他不仅看到了宋军的破绽，而且是当机立断，凶狠的让人震惊。赵光义的战略是蚕食，一点一点的把燕云16州分步骤夺取，可是萧太后的办法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你伤我十指，我就断你一指，看咱们俩谁疼。就这样，东路军近20万余人遇上了耶律休哥，相遇点非常讲究。再往前100多里就是涿州，宋朝东路军曾经占据过的老巢。据战报，城里还没有辽军，怎样？往前冲吧！耶律休哥挡着路，想后退吧，小心契丹人都是骑兵，你怎么退你都来不及。于是就在这个不进还缠，要退更难的点上，宋军开始接受考验了。那就好像这块肉啊放在慢刀上拉，你知道吗？他们与辽军对垒，南北列营长达6-7里，而耶律休哥的骑兵呢却四下散开飘忽不定，宋军想打抓不着，但是队形稍微有散乱，契丹人立即突进，打了就跑，就是这么尴尬。大平原上啊，除非骑兵想和你决战，不然你就得拿2条人腿去追那4条马腿去。面临困境，曹彬的应对是继续前进。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前面100里就是涿州城，进城之后骑兵的功能就基本上打一对折还要多；第二，进驻涿州还可以继续原来的战略部署，把耶律休哥拖在山前，给山后的潘美田重基制造胜利的机会。战略定好了，那么实施吧，既要前进，还要时刻防备契丹骑兵的突袭。宋军的办法空前绝后，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挖战壕，哎，战壕挖到哪儿他们才走到哪儿，哎，这一招强啊，这样真的就把耶律休哥的骑兵给难住了，他们总不能是跃马跳到坑里边去挥刀杀人吧。于是宋军终于走到了涿州城，但是100余里路走了20来天呢。好了，不管走了多少天，千难万难吧，涿州城啊这算是终于到了。宋军蜂拥入城，不干别的，先扑向水井，这是五月间的华北平原，一路顶着大太阳挖沟过来的，每个人都快被挤干榨尽晒干了呀。真幸运呐，
先民们之所以在这儿筑城，就是因为这儿水源丰富。宋军20余万人的庞大兵团在涿州得以稍事休息，可是紧跟着传来惊人的战报。上至曹彬，下至每一个宋兵都被震惊了。辽国萧太后和皇帝已经亲率大军进驻陀螺口，今天北京南口附近，随时都会攻向涿州。20多天辛苦挖沟，就是为了把自己送到辽国援军的刀尖上。曹彬苦笑了，是命运还是他自己跟他开了这么大个玩笑啊？但是他旁边还有一虎视眈眈的耶律休哥呀，失败甚至全军覆没的命运在他心里真实无比的就升起来了。这不必用什么名将的经验去判断，他知道自己只能有一条路可走了。曹彬急速下令，全军立即后撤，绝不可有片刻的迟疑。这时候老天爷帮忙啊，突然间是下起了倾盆大雨，曹彬大喜，这样契丹的骑兵还有弓箭的威力就会大打折扣，那还迟疑什么，跑，快跑啊。但是别慌，撤退呀，比进攻还是一门艺术。有些人撤退的时候你都不敢去追他，但是这时候曹彬没功夫什么啊，不顾不一阵了，什么百忙之中他命令啊部将卢斌把涿州城里的全部百姓带走，沿着狼山向南撤退，而东路军全部主力由他亲自断后，冒雨火速南逃，只能这么办了。希望契丹人会先去夺回被掠走的涿州百姓，毕竟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那样宋军就会赢得千金难买的时间。或者他更希望传言是真的，耶律休哥真的是熟读汉人的孙子兵法，知道归师勿恶，穷寇勿破。尤其是他现在全师而退，你敢来追，你小心得不偿失啊。可是他刚刚撤的齐沟关，耶律休哥就突然杀到。当时是5月初3，天上大雨如注，地下一片泥泞，宋辽两国的主力军团终于发生决战，但这已经不再是公平的决斗了。一方已经千里奔袭，来回绕圈把自己累了个半死，而另一方却是以逸待劳，并且刚刚补充了萧太后从漠北带来的契丹精兵，胜负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已经倾斜。但是宋军极力挣扎，他们把运粮的大车当作营栅环绕在阵前，来缓冲契丹人骑兵的冲击，败了但是没乱，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天黑，辽军把他们是团团围困。到了夜里，曹彬做出了他生涯里边的军事生涯里最丢脸的一个举动，他抛弃全军和副帅米信，带着少量亲兵逃出了辽军的包围圈，夜渡拒马河，在河南岸扎下了营寨。第二天，辽军全力进攻，宋军全军无主，战线崩溃，他们被辽军压向了拒马河。当天河水里满是宋军的尸体呀，眼见着全军覆没，危难当中，宋军李继轩将军率部力战于拒马河畔，在数十万人溃逃的局面下，他竟然就把耶律休哥挡住，让全军的残余部队得以过河。这一天，连赵光义亲自委派的幽州城未来的知府刘宝勋父子、殿中丞孔毅等高官都淹死在拒马河里。当天宋军继续南逃，他们的目的地是高阳，今天河北高阳，但是途中又被耶律休哥追上。这个契丹人就像7年前在幽州城下那样，他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良机，把宋朝军队的有生力量彻底的击破。宋军终于是逃进了高阳城，有城墙的阻隔，他们安全了。但是一路之上，他们阵亡了近数万人，兵器军资堆积如山，更重要的是给他们运粮的数万民夫被他们扔在了涿州和齐沟干之间，那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啊，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将是什么呀。5月初5日，山前战场再也没了悬念，宋军已经彻底的崩溃，数万大宋百姓完全成了待宰的羔羊。但是一个消息让宋朝人不敢相信，契丹人竟然给他们让出了一条生路，让他们平安地返回家乡，理由是今天我们萧太后过生日，放你们逃生回去。然后契丹人马上呢转向了山后战场，在13日、14日连调重兵支援耶律斜轸部，到21日，萧太后已经带着儿子北返回京，返回当天再次增兵，进入6月，清理完战场的耶律休哥也率兵进入了山后，宋军的中西路军压力是空前的巨大。
但是事实上啊，中路的田崇进已经退出了战场。在东路军失败以后，赵光义迅速命令增兵到国境线，又急令田崇进和潘美彻军保全实力。田崇进毫不迟疑，立即后撤，全军安然无恙回到国内。但是潘美的西路军却在一连串的大胜之后心有不甘，他们要硬生生的再碰一下辽国人，看看到底谁更强。结果碰的是豫州、欢州相继失守。当时的反应是潘美在沉默，杨业在皱眉，可是王申和刘文玉却暴跳如雷，尤其是王申，他继续了他父亲王普啊当年训斥赵匡胤的强硬性格啊。皇帝说要撤退，主帅的任务是把云朔、怀应四周的居民南迁，这些他都拗不过，可是具体怎么操作他却有话要说。他针对的是杨业的办法。杨业说形势变了，没把握不硬拼，不是要移民吗？先出大石路，就是今天山西应县西南，事先和云朔两州守将约好，把民众赶到石碣谷，再派上千名弓弩手埋伏在谷口，再用骑兵在中路声援，估计任务差不多就能完成了。王申呢冷笑，哈哈，想不到啊，率领数万精骑胆子却小到这个地步，我们要从雁门关的北川大路进军，要声势浩大，你哪的马迎敌？杨业摇头，不行，这样咱们可就败定了。王申是神色变幻，杨业看到了他入宋以来最怕见到的表情，敌视加轻蔑呀、更听到了他一生中最怕听到的字眼，哈，失败，你不是无敌将军吗？领兵数万只想着逃跑，哼，你不是要叛变投敌吧？杨业再没话说，他一时间是气愤难当，马上答应我出战。但是临行前突然转向了这七年来的老搭档潘美，这次我是败定了，我是个降将，早就该死，主上反而让我统兵，今天我就以死战报答。只是你能在陈家谷两侧埋伏下弓箭手吗？我败下来的时候如果没有接应，那可是全军覆没呀。潘美和王申当场答应，并且立即行动。杨业率兵北上，主动攻击耶律斜轸，潘美和王申在陈家谷口亲自率兵伏击。但是从当天凌晨时分的寅时一直到了上午的四时，杨业一直是踪影不见。当年呢，西路军全军将士都以为奇迹再次发生了，无敌将军已经胜利，正在一路强攻追击耶律斜轸，要不然该败早就败下来了。但是谁能想象悲愤的杨业正在做什么呀？铁甲铿锵，战队无声，自知必败必死的将士一路向北呀，深深地侵入了敌境，只求证明自己的忠贞呐。等到败退的时候，杨业已经离援军太远了。回到当年战云密布的燕云大地，在雁门关外，耶律斜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他从塞外征讨女真部落的战线上火速救援山后九州，可在山前战场没有分出真正胜败之前，他不敢向潘美和田中进挑战。就那么多援军，耶律休哥正用着呢。但这个时候不一样了，曹彬彻底崩溃了，辽国重兵已经向他手里转移了，但是宋军也开始了后撤了。他当机立断，不等援军到就主动的追击。可就在这时候，却突然有一支宋军向他主动进攻，真是盼什么来什么呀。耶律斜轸是求之不得，但是让他万分惊异的是，来的人竟然是杨业，这可能吗？杨业从北汉的时候开始就与辽国人争斗了近30多年，互相是知根知底儿啊，这个时候来进攻，你昏了头了你。但是今天像过年，有礼谁不收啊，耶律斜轸决定把活干得漂亮些。这事儿就分出了他和耶律休哥之间的区别，换了是耶律休哥会直接扑上去，双方你死我活，痛快利落。可是在耶律斜轸的手里就像掉进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啊，你会被缠得精疲力尽，痛苦万状，死得寸寸断裂。历史很多次都证明了，这个人从不吃生肉，他每次都要加佐料。
这个狡猾的契丹人一路败退，把杨业引到了离朔州30里外的琅琊村，直到这里他才突然间是伏兵四起把杨业包围。杨业的时刻到了，他要的就是厮杀，就是鲜血和荣誉，他要证明自己不管是不是无敌将军，他至少不是叛徒，他没有二心呢。当天在琅琊村里，杨业率部血战，直到再也支撑不住，他才边战边走，把耶律斜轸引向陈家谷。从凌晨出发，正午时交战，到达陈家谷的时候已经是当天的傍晚，全军是人困马乏，已经到达了极限呢。可是杨业一眼望去，陈家谷外一片空旷，连一个援军都没有啊。那一天杨业突然是抚胸痛哭，这就是我的命运啊，苍天可嘉，陛下，杨业尽力了。杨业只剩下了百余名战士，他自知必死，要他们各自逃生，可是没有一个人离开他。他们在陈家谷与契丹人血战到底，杨业的儿子杨廷玉战死，越州刺史王贵战死，战士们全部战死，杨业孤身死战，身中创伤数十处，手刃辽军数十人，最后战马受伤的躲到密林里，一直紧追不舍的辽将耶律西隐约看到了他的跑影，一箭射去，杨业终于是重伤被俘。辽国人赢了，生擒杨无敌，这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荣誉，竟然变成了现实。但他得到的只是杨业的尸体，杨业被擒绝食3日而死，千年之后，在历史上华人内忧外患最深重的时候，重新振兴民族的伟人毛泽东对此评价：杨业战死，他是死在战场上的，求人得人，求义得义，杨业或许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那么追查他的死因，那天潘美和王申到哪里去了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你想跟大宇交流吗？你想跟大宇辩论吗？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宇是宇宙的宇。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宇。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宇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全线溃败，曹兵大败亏输，无敌将军杨业千古英名啊！辽国人呢，在这次战争当中赢了，生擒了杨无敌，这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荣誉，竟然就变成了现实。但是他们得到的只是杨业的尸体，杨业被擒绝食3日而死，他是死在战场上的，求人得人，求义得义，杨业或许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追查他的死因，那天潘美和王申到哪儿去了。史书记载，他们以为杨业已经战胜，就顺着原路冲上去了，要争杨业的功劳。走到半路的时候，知道杨业败了，他们转身就撤了，没留意兵一卒来救援。说责任，潘美无论如何都推脱不掉，毕竟他是主帅。但是如果翻开陈锋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身为宋朝军队的主帅，很多的时候只有两个字，就是无奈啊。并且杨业的事儿啊，并不是仅此一例的。杨业这个死法，在宋朝的将军们之中是非常流行的。杨业本人也深深地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如果他不去死，等待他的命运将更加的悲惨，就像郭靖一样。那位在白马山上湍急冰冷的涧水里硬生生击败契丹铁骑的英雄，根本就不是病死的。我们之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停住了，留的就是在现在给大伙解开这个谜底。郭靖是怎么死的？自杀。原因是什么？他的监军田钦宗。田钦坐在战场上，那是一位英雄，他能三千打六万，让契丹人灰头土脸，可是在战场下却是另外一个人。他做了很多讨厌的事儿。郭靖刚烈虽然管不了他，可总是对他怒形于色。于是史书记载，钦坐以他是寝制，尽心不能干，自经死年58。那是什么事儿呢？当时啊，郭靖刚刚大胜，而且军中资历远远高出田钦宗，却只选择了自杀。也是性格像杨业这样有缺陷吗？当然这个缺陷咱们打引号啊。还是说形势逼迫让他没法解释，只能以死来明志呢？你要知道，当时皇帝赵光义就在亲征的途中啊，想解释很容易，面见皇帝什么都能解释清楚，可是他却不，唯一的根源就只能是解释不通。我什么东西解释不通啊？谋反叛逆。就像王申这时候对杨业的怀疑，而且更巧合的是，当年田钦宗逼死郭靖的时候，王申就在现场，一切操作都很熟悉。至于说潘美嘛，他在王申强迫杨业的时候，他能怎么样呢？主帅和副帅联合起来反抗监军吗？本来仗就已经打输了，回国算账的时候，你信不信监军大人的述职报告会让你生不如死啊？你要知道郭靖的资历并不比潘美差多少啊。可惜可叹，千年之后，潘美倒成了杨业之死的唯一责任人，变成了潘仁美了。这个倒霉蛋玩命打了4个多月的仗，攻城略地，战功他最高，到头来得到的却只是一个嫉贤妒能残害忠良的骂名。公元986年7月份，各路宋军陆续撤回国内，第二次北征就此结束。战后盘点，宋朝能输的全输了，包括胜负本身、战备物资、阵亡的将士，还有声望、名誉以及士气。先说这西路军，杨业这么一死，让宋军丢了军中之胆。耶律斜轸没有尊重这位平生大敌，而是把杨业的首级斩下，先送往漠北辽亭请功，然后传守边疆，让契丹军队和宋军都看到了杨无敌的下场。消息传进开封，赵光义是既愧且怒，把潘美连降三级，检校太师变成了检校太保，然后继续到边疆站岗去。至于王申、刘文玉，赶紧滚蛋，彻底罢免，削职为民，一个流放荆州，一个流放登州，从此永远别想再当官。杨业因为他的忠勇不屈，追赠为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数千种，把他剩下的五个儿子都加官进爵，继续为国效力。而曹彬呢，这个战争失败的最主要责任人，他的罪名是什么？违抗皇命，丧失战场纪律。哎，按说这个罪名放在任何朝代都不必再审了吧，直接拉出去砍头了事啊，不株连的全家那都是皇恩浩荡啊。可是赵光义开出的罚单真的是让人喘粗气啊，居然是什么降职，把他从节度使变成了右骁卫上将军，然后以此为基准，崔延进是右吴卫上将军，米信是右屯卫上将军，其他的依次类推，人人有罚，之后各自上班，这件事儿就此结束了。
怎么样？似乎在宋朝当武将也蛮好的吧？啊，就这么宽大。但是朋友们，咱们细查宋史啊，只有两个原因。第一，宋朝不杀大臣，这是在赵光义刚刚登基的时候，据说呢是根据他哥哥遗诏留下来的规矩，这一点被忠诚的执行了。你不管是北宋也好，南宋也好，两宋318年被国家定罪诛杀的，据不精确统计，那不完全统计，大概只有岳飞一个人。第二，你得想想曹彬为什么会反常，他像撞了邪一样在战场上忽进忽退，几乎没有用耶律休哥动手，自己把自己给溜死了，他犯了什么病了呢？哎，更奇怪的是赵光义啊，这人更反常啊，他处罚完曹彬之后只隔了一年，曹彬没有任何功劳，突然提升其为侍中、武宁军节度使，完全恢复了雍西北伐之前的官职。再往后，曹彬又升到了平卢军节度使，赵光义的儿子当了皇帝，曹彬又成了检校太师，同平章事、枢密正使，重新成为了宋朝第一军人。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以他一个丧失辱国、把国力军力都彻底断送的败将，居然还得到了良将第一的美誉。他的女儿、孙女儿被成批的选进了皇宫，成为了皇后、太后，当上了宋朝的第一女人，在未来的岁月里长久把握着宋朝的国朝大政，连皇帝都得听他们的。这都是怎么了？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内幕和交易呀、啊，没有白付的工钱，更没有免费的忠诚。曹彬是个好员工，他是先干了活再收费，赵光义没法不喜欢他呀，他是为了皇帝的永远正确才背的黑锅。怎么回事？翻开宋史，当曹彬在战争之初突飞猛进的时候，赵光义就压其太速，等到曹彬粮尽退却的时候，赵光义惊愕，岂有敌人在前而却军以援粮运乎？等到曹彬再进的时候，他又指挥说，哎呀，千万别再往前跑了，要和米信合军。哎，各位朋友们想一想，这完全是一位绝世高手啊，他洞察一切先机，所有的失败因素他都算到了，就是曹彬没听他命令，最后曹彬败了吗？就算这都是真的吧，那也在无形当中露出一真相，赵光义随时都在指挥着曹彬，曹彬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命令。遥控器反正是肯定有了，至于他当时摁的是什么键，他自己知道，曹彬更知道，但是曹彬能对外界透露吗？一个深沉乖巧的人，懂得衡量利弊，曹彬选择把一切都扛下来了，包括战场废物的骂名。他的行为证明了怎样才能当官，那就是必须得维护皇帝的光辉形象。陛下就是太阳，他光辉万丈，至于我曹彬，哎，我是太阳边缘偶尔产生的黑子，这次真的是太给太阳抹黑了，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最后英明的陛下终究会为他真正忠心的黑子找回平衡的。哎，就这么着，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分内的事儿。至于失败，哼，失败不要紧，只要懂做人，别管死多少，我们还能生嘛，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嘛。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一支真正的军队是随便凑齐100万农民就能达到的吗？柴荣、赵匡胤用了不下20年才给汉人留下了一支长胜不败、敢于野战争胜的军队，这时候已经被赵光义和曹彬给败光了。这就是现实，雍西北伐就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点，这个超浓缩的汇聚时段所产生的可怕后果，要用尽后边100多年的光阴才能稀释淡化。这期间国家得花费国民总值的70-80%来养军队，而军队的来源却是那些不得已扔下锄头上战场的农民。地没人种了，产业萧条，国力下降，可是战争的威胁永远都在，于是再增兵，从此恶性循环没完没了。可是当时的宋朝君臣却在忙着挽回影响。历史上有很多明眼人都在痛骂曹彬的无耻和赵光义的厚脸皮啊，但是来个换位思考，你让曹彬实话实说，让赵光义下罪己诏吗？在国家空前大败，敌人马上就要报复的时候，再来把皇帝的公众形象号召力降到最低点吗？
你是想让中国彻底散架吧？啊，毕竟国难当头，还是需要一个带头大哥呀，领着中原百姓来等待契丹的报复。如果说曹彬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忍辱负重，担下了骂名和责任的话，那这份苦心也就不枉了那个良将当中的良字了。至于说雍西北伐本身，倒是或许没有什么一定必败或者一定要谴责的地方，事后的诸葛亮没有意义，失败了谁都能总结出一定会这样的或者会那样的理由。可是有一位前辈曾经这么说过，说有一种理想兑现了说那是符合规律，落空了说这是违背常识，有一种表现刑庭上说那是坚贞不屈，会场上说这是死不认错，有一种赌博赢肥了说是正义必胜，输惨了说是冒险必败。所以啊，还是把这事儿忘了吧，过去就是过去了，现在要做的是把牙咬紧点，因为明天契丹人可就会杀过来呀。契丹人是九月份开始备战的，以辽国沃罗朵军制的迅速集结能力，他们居然在12月才发起进攻。那么请看一下这次南侵的当量单位吧，辽军是倾巢而出，分兵两路，东路由萧太后和小皇帝御驾亲征，西路是耶律休哥，主攻方向是河北。而且为了牵制住山西一带的宋军，辽国派出北院大王普通宁居住这个普通宁居啊，驻军奉圣州，就是今天河北涿鹿，与这个辽山西五州节度使帕达里合军，啊，压制住雁门关一带的潘美。但是其实没什么必要了，潘美啊，在北伐过后已经身败名裂了，在军中啊毫无威信可言。不管有多少苦衷，他犯了军中最大的忌讳，见死不救。从此直到他死，他都默默无闻，没有再任何的有作为。和曹彬一样，宋军曾经的骄傲，最强的双子星座已经毁了。现在站在宋朝边疆上的人已经全部都换了，这些人的经验举世无双，远远高出潘美、曹彬，但是到底能管多的用，谁心里也没数。因为这帮人太老了，看看这些名字吧，张永德、宋卧、刘廷让啊，赵廷甫，真正的骨灰级人马呀，有的甚至还是赵匡胤的老上级呀。这些人重现江湖，宋军的真相就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了啊！从现状来看，那、啊、真正的骨灰级人马是不是啊？你看来啊，这些什么原因呢？这些人是因为能战的人都死光了，或者说在形象上或者是精神上呢都已经残废了，这是从外因上来讲。咱们再说内因，从底子上来讲，皇帝赵光义已经对当打之年的将军们呢彻底失望了，再也不敢托付军国大事了。就这样，宋朝迎来了辽国精心准备的报复。耶律休哥率先南下，他先在望都击败宋军，把当地的军备辎重全部烧毁，再进兵呼沱河北边，就是这个自五台山流经真定啊，向北注入拒马河的这条河流。这个时候辽国人呢吸取了宋军的教训，他们在宋朝境内选择了合兵，东路军的萧太后、辽国小皇帝与耶律休哥会合，耶律休哥成了先锋，他渡过了拒马河，进攻瀛州，与宋朝的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激战于军资馆，今天河北河间西北30里的地方。刘廷让这是宋朝屈指可数的名将，这个人出身世家名门，曾祖父就是五代十一国的时候啊，结燕帝国的这个创始者刘仁恭。他在后周宋初的时候为大将，宋朝伐蜀的时候他是东路军主帅，那个时候他叫刘光义，等到赵光义登基的时候他避讳嘛，改名叫刘廷让。战功赫赫，完全可以证明做将军刘廷让有足够的强度。在宋辽战争史甚至宋金战争史上，宋朝面对来犯的敌人，如果你想真的能挡住他们，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率军出击，野战争锋。如果不然，不管你这个城池再怎么坚固，异族的骑兵都可以根本不予理会绕过你，他们能在宋朝的各个重镇之间的大道平原之上任意的驰骋，直扑宋朝的要害之处。澶渊之盟的时候，辽国直入内地，逼得皇帝亲征，金兵入寇，一路直抵开封，都是因为宋军不敢野战。但是刘廷让除外，他与满城大捷时的监军沧州都部署李继龙约好了，
说我呀上前迎敌，你率精兵在后，你可一定要迅速的支援我。李喜龙出身贵族，是赵光义的第一小舅子，正牌皇后的弟弟，但是呢完全凭着自己的军功在宋朝立足，是有名的硬汉。他答应了。君子馆之战爆发，刘廷让以数万宋军先在墨州御敌，后转战至君子馆，被辽军重重围困。这个时候才知道辽国人为什么选在12月发动战争。这该死的天气啊，公元986年的冬天竟然寒冷的出奇啊。宋军对付辽国骑兵唯一的法宝弓弩啊拉不开呀，只有刀枪刺杀，近距离肉搏。当天宋军的人数是越战越少，辽军的援军呢却源源不断的赶到。刘廷让开始绝望了，他知道耶律休哥的后边就是辽国的皇帝，援军是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李继龙在哪儿啊？他也需要援军呢。但是李继龙这时候啊已经撤了，后撤到了这个今天河北献县南边这个地方，远远的离开了战场和敌人。彻骨奇寒之中，宋军激战到傍晚，战阵终于是崩溃，刘廷让全军覆没。大将五州团练使高阳关都部署啊杨崇进呢战死，先锋将雄州知州贺令图被俘，只逃出来主帅以及几个骑兵。辽国方面呢，这一战啊，国舅祥文塔列哥还有公使萧达里等人呢当场战死，一样的是尸横遍地，战况极其的惨烈。但是不管怎样，宋军大败，南下的大门打开了。辽军乘胜进兵，当月攻克深州，今天河北深县西边。转过年来，宋雍熙四年正月，辽军再次攻破了这个树城县啊，还有齐州，今天河北安国。纵兵大掠，魏国今天河北大名以北啊，辽齐纵横无所抵挡。这个时候耶律休哥雄心顿起，他建议趁宋军连败之际长驱南下，把辽国的疆界向南推进到黄河北岸。条件真的成熟了，如果按耶律休哥说的去做，不仅会给宋朝施加空前的压力，而且黄河以北的宋军都会失去依托，被各个击破，这样宋朝的军力基本上就全部消失了，别再想什么进军了，之前的北伐还有君子馆之战等进军早就上前线了啊，京都之中就算还有也必定所剩不多，如果运气好，耶律休哥跨过黄河到开封城边一游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提议呢被萧太后否决了，他不仅不同意，甚至下令班师。后世人回望这个决定，有的说萧太后坐视良机，到底是妇人之见，有的也说呀萧太后见好就收，已经达到了报复的目的。但是回顾当年，就在辽军的侧后方，有一个汉人的名字正突然间变得响亮，这个名字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宇交流吗？你想跟大宇辩论吗？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宇是宇宙的宇。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宇，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宇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失去军胆，宋军萎靡不振，胃口大开，辽军逼近黄河。耶律休哥呀有个大胆的想法，想要呢把整个战线推到黄河以北地区。
这样呢，把地方占去以后啊，就能把宋朝啊压缩到黄河以南了。但是呢，这个提议啊，被萧太后给否决了。他不仅不同意，甚至下令班师回朝。后世人回望这个决定，有的说萧太后坐失良机，到底是妇人之见；有的也说呢，萧太后见好就收，已经达到报复的目的了。但是回顾当年呢，就在辽军的侧后方，有一个汉人的名字正突然之间变得响亮。谁呀？张齐贤。张齐贤字师亮，曹州渊渠人啊。他的人生啊是非常奇妙的，可以作为一个命题，就是论怎样从一介白丁迅速飞黄腾达成贵族。话说他们家呀世代贫寒，他和所有中国农村的苦孩子们是一样的，人生的希望呢就在于读读书考考试进城了当公务员。但是他呢与众不同，他敢于冒险，并且敢在冒险中继续冒更大的险。当他33岁那年，机会来了，宋太祖赵匡胤回洛阳祭祖扫墓，圣驾在大街上走着，他突然间冲上去把皇帝拦住了，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上表进册要求面谈。话说到这儿啊，就要认清楚一个事实了，人生啊绝不像戏里唱的那么浪漫美妙，什么拦轿喊冤，或者说拦住皇上进献诗文表现自己，然后高官厚禄娇妻美妾人生幸福了，绝大多数结果是很惨烈的，至少呢印象分就很低。但是赵匡胤并不是皇帝科班出身，哎，这个人还蛮随和，他把这个大胆的年轻人呢带到自己行宫去了，哎，让他把话说完。张齐贤呢以手画地陈述自己的治国实策，赵匡胤觉得其中四个还可以，注意啊，这是 40% 中奖率了，在皇帝的日常办公当中啊，大臣的调陈呢近一半内容得到认可都非常的不容易，应该说这张齐贤冒险已经成功了，他的调陈连同他本人马上就会被皇帝采用，富贵已经临头了。但是张齐贤呢在关键时刻冒了更大的险啊，他与皇帝争辩啊，你什么 40% 认可呀，我这十条都特别好，都应该采纳实行，并且一次次的坚持绝不妥协。结果脾气再好的人也受不了这个，赵匡胤火了，把这不知好歹的乡下倔小子出门，这什么玩意儿，这四十年不乐意，你还这赶紧都给我滚回去，连他实测都给扔回去了，完蛋了。哎呀，张齐贤这可失败了啊，灰头土脸就回家去了。但是历史记载，赵匡胤回到开封以后啊，就对自己弟弟说了，哎，我在开封我给你找了个好人才啊，有用，但是呢我把他放下，我先不用，我留给你了。结果呢，赵光义登基之后的第一次科考之中呢，张齐贤呢是榜上有名，但是他名次不高。那么赵光义要想录用他呢就很麻烦，那你想用人家但是他名次不高你怎么办呢？这个赵光义倒想一个绝招，怎么着呢，把他前面130多个进士都破格采用了，哎，这回你们没什么话说了啊，就为了给他一个标准起步的台阶。至于为什么，你看看他当年陈那实测都是什么啊，各位朋友们，下病坟、富民、封建、敦孝、举贤、太学、吉田、选吏、慎刑、惩奸，哎，这十条哪个是没用的？有用，都有用，并且敢在皇帝面前据理力争，这才是大臣的风范呐。张齐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都保持住了自己这种最初的敢于据理力争啊，这才是大臣风范啊，保持了他的硬度。赵匡胤之所以当时不用他，就是为了把他的锐气倔强给他磨掉，以后呢用起来这才听话才顺手。却不料张齐贤呢愈挫愈勇，变本加厉，就像这时候正规军都忙着从边疆往内地撤呢，他一个文官却主动要求到前敌去坐镇去，被任命为代州知州。山西代州在雁门关附近，这是宋辽边疆上举足轻重的要害。这一次虽然不是辽国的主攻方向，但是一样也是大兵压境，战云密布。而且在河北方面，耶律休哥节节胜利的时候，这边辽军也按捺不住了，他们直抵代州城下开辟第二战场。这个时候山西方面宋军的最高军事长官是谁呢？还是潘美。代州是重中之重，坐镇的是他的副手卢汉云。辽军来了，卢汉云派神卫都指挥使马正出战，马正在南门外已成列阵与辽军对决，可是众寡不敌，他败了。这个时候卢汉云的反应在史书上记载是非常的懦弱无能，叫保璧自固、啊、也就是说不再出战了，学当年北汉的人在城墙上和辽国人较劲。
似乎这也没错，这是很理智的一种做法。似乎这也没错，这是很理智的一种做法。似乎这也没错，这是很理智的一种做法。但是呢，知州张齐贤不干了。他派人秘密出城去联络太原方向的都部署潘美，约好时间来个里应外合，把来犯的辽军击败。但是啊，有一件事很郁闷。什么事呢？他派出去的使者在回城的时候啊，被辽军给抓住了。有人逃回来，但是有的人被抓住了。结果这机密就泄露了呀。张齐贤这就陷入了深深的悔恨当中。他怕的不是计划没法再实施，而是怕一旦说潘美如约而来，辽军已经有了准备，潘美和他的部队就会有极大的危险，那样山西的防守体系就会瞬间瓦解，怎么办？现在没法挽救了。可是突然间呢，事情有了转机。怎么着呢？潘美这使者来了，给他带来一非常不好的消息，说潘美啊，本来已经率军赴约了，行军40里已经到达了白井，可是突然之间接到了开封的密诏，皇帝命令所有山西方面部队不需要任何出战行为，因为在东路刘廷让刚刚在君子馆全军覆没，山西方向不允许再有任何一点点闪失了。那潘美没辙，刚走到半道只得收兵啊，派人来转告张齐贤，一切小心，但是不必害怕啊，山西并不是辽军的主攻方向，实力不会太强。张齐贤长出了一口气，真是死里逃生啊。但是紧接着他就意识到了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他的使者可被辽国人抓住了。第二个，他面前的辽军实力有限呢。哎，这事儿能不能做一活？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张齐贤的脑子里边就形成了。想到他就做，他马上去找到卢汉云商量。可是这位军头啊，理都不理，哒哒哒，皇上都命令了，全军防守了，你文官多什么事啊你？你老实搁城里待着吧你。何况你这法子纯粹送死去，一句话啊，恕不奉陪。而且卢汉云明确表示，我这正规军呢，一兵一卒我都不借给你。你要是自己想玩火，自己想把自己点着了，你自己想办法去。啊，什么汽油、吃柴油，你那火柴你自己找去，打火机随你便。卢汉云以为这样就把张齐贤给难住就完事儿了，但是他忘了他眼前这书生连当年太祖皇的账都不买，你卢汉云算老几啊？张齐贤挺好，不给兵是吗？转身走了，哎，真自己想办法去了，没有禁军不是吗？我不是还有湘军吗？人少啊，不要紧啊，智慧才第一战斗力啊。当天晚上，张齐贤把代州城的全部湘军，就是禁军挑剩下的，平时呢就能干点什么切菜剁肉了，哎，什么这个喂猪扫地的了，这些活的这些个兵是吧，集中起来了。集中起来人不多，多少人？2000来人。他先选出200人来，每人扛着一面旗啊，背着一捆草，趁着夜呢就出了城了，到城西南30里的这么一个地方，也就是太原方向潘美军的来路方向，把草都点着了啊，把旗都举起来了，声势是越大越好。当天夜里，契丹人突然看见火光四起，而且在光影之中啊，旌旗招展，声势浩大。他们第一直觉想起来抓获那几个信使，坏，潘美的援军可到了。潘美在自己的军队里名声尽多呀，可是在这个战场上的威名犹存呐、啊。尤其是刚刚结束的雍西北伐，潘美可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啊。辽国人马上就向北撤退了，途中经过了土登寨，就在这里边。哎，张齐贤2000来名湘军呢突然杀出，倒霉的辽国人以为中的是潘美的埋伏，每个人不想打仗了，跑了再说吧。结果这一战呢，张齐贤是大获全胜，生擒辽国北院大王一个儿子，帐前舍了一人，镇斩2000余人，俘虏500人，马匹、车仗、牛羊、器甲等一大堆。战后张齐贤以卢汉云名义向皇帝报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向全国展示，辽国人不是不可击败的，雍西北伐、君子馆等战役虽然失败，但是根本没有必要害怕他们。由张齐贤开始，宋朝在军事上开始了缓慢的复苏。时间就这么着进入到了宋雍西4年，公元987年，宋朝的局势啊更差了。张齐贤这小小的胜利啊，与雍西北伐、君子馆之战比起来呢，不过就是辽国人在吃烧饼的时候偶然掉了这么一小粒芝麻，有点可惜，但是绝对不心疼，并且呢，这似乎还把辽国人给刺激着了。萧太后和小皇的这回没回漠北，退兵就退到了幽州，分兵派将时刻到宋朝的北方边疆进行传统的运动啊，什么呢？打草谷。
宋朝整个北部边疆啊都动荡不安，并且麻烦还波及到了西北。西夏的李继迁呢，再一次证明了游牧民族同样很聪明，或许他们对危险和机遇更加敏感，他时刻观察着宋辽两国之间的战争。当君子馆之战结束之后，他终于判定宋朝啊输定了，连上一次的反击都做不到了。那么很好，我得罪了大宋，为什么我不能和辽国做朋友呢？想到他就要做。被王申打得片瓦不留的李继迁，仅仅只能以自己曾经的西夏王族的身份向辽国人求亲。惨是惨了点，但是辽国的萧太后那是个绝版好女人，堪称男性之友。她透过贫穷落魄的表象，看到了李继迁内在的志气、能力，还有最重要的决心。她断定李继迁是个非常优秀的潜力股，于是辽国毫不犹豫就把义成公主许配给她了，让李继迁呢成了辽国的驸马爷。从此西夏的裤子可就系上辽国的裙子了，双方是同心同德，一起瞄准了宋朝的银子，这效果可马上就出来了。当年三月份，李继迁向王庭进攻，宋军安守中部被击败，李继迁开始死灰复燃。到此为止，咱们稍微回顾一下，五年前赵光义抓过的那把绝世好牌，这可已经都打出去了，可结果呢，让人沮丧的要死要死的，完败，没有半点的好处捞到手，还把自己的本都亏折了。辽国方面自不必说，现在连西夏这小爬虫都已经找到靠山了，开始向宋朝公然叫板，并且宋朝的国内还发生了一件让整个军队都愤愤不平的冤案，起因就是君子馆之战的善后。怎么回事呢？刘廷让活着逃了回来，战场上数万将士的鲜血和头颅让他忍无可忍，马上告御状。李继龙贻误战机，临阵退缩，导致整个北方边疆沦丧，必须得有个说法。就算他是陛下您的大舅子，这也不能例外。赵光义开始的时候很公正啊，把李继龙抓起来，抓到中书省，由宰相亲自问罪。但是没多久呢，这事儿扯，无罪释放了。你真让刘廷让怎么也想不通，就算赵光义不追究他战败的责任，并且立即加封他为右骁卫上将军，领雄州都部署，仍然是方面军司令都不行。没过多久啊，刘廷让就气病了。赵光义派御医给他治病，但是刘廷让呢是心灰意冷，上表要求回京城养病，并且不等皇帝批准，他就擅离职守上了路了。哎，冲动的刘廷让犯了古今无论哪个朝代都绝对不允许的重罪，他被削夺了一切官职，发配商州，连儿子刘永德、刘永和都被贬官了。同样是犯罪，而且哪个更重啊？结果却是天差地远。刘廷让再也无法忍受了，他用除了谋反以外最激烈的方式反抗，他在途中绝食，结果是活生生把自己饿死的半路。刘廷让这么一死啊，赵光义呢非常的后悔，马上追赠他为太师，但是一切都晚了。李继龙仍然逍遥法外啊，宋军的士气更加的低迷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契丹在第二年宋朝的端拱元年公元988年11月再次进攻，这一次首当其冲的就是君子馆孬种李继龙。但是这一回，这个李继龙向宋辽两国都展示了一个什么人才能真正的带兵。契丹人先攻击的是益州，益州城啊有一支宋军极其精锐的骑兵，而且骑兵们的妻子儿女啊都在城里，魏国就是保家，这从根本上让军队的战斗力啊不一样了，空前旺盛。但是李继龙另有打算，他在契丹人进攻之前呢就把这支骑兵部队调到了自己的在定州的军营里。他的监军袁继恩说这不行，益州空了是要出事的，李继龙微微一笑不解释，更不收回命令，于是益州被毫无悬念的攻破，骑兵们的家属全被契丹人掠走了。接下来契丹人乘胜直奔他定州而来，怎样应付？定州城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态度，一方面朝廷专门派来的皇宫的内侍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个人呢，这个他们拿着赵光义严令不许出战的诏书，要求据城死守；而另一方面，监军袁继恩挺身而出，要求出战，守城只能自安，却打不退外侮，我将身先士卒，死于敌前。定州城里的军队们更加是群情激愤，直到这时候李继龙才表态，嗨，军队里的事儿还是由军人做主吧，你们这些皇宫里来的内侍中黄门先边靠，去年我之所以不在君子馆战死，为的就是今天我报答国家。然后啊
定州城市全军出城，向契丹主动迎击。两军在唐河相遇，李继龙的部下眼睛都红了，为了自己的妻儿老小也得拼了这条命啊。益州的骑兵们根本就是不要命的冲向了仇人呢，此战是大胜，阵斩契丹15000余人，缴获战马10000余匹。人不统兵，义不行古啊。李继龙先对自己人狠，再让契丹人一败涂地，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他是什么变的。接下来战争还得继续，辽国人没完没了。这一次上场的是他们的王牌，辽国的战神耶律休哥。这位仁兄在一年之后，宋朝端拱二年的7月份得到一消息，宋军的威鲁军粮草不够了。宋朝皇帝亲自下令让李继龙派大批精锐部队护送粮草辎重去救急，运粮车达到了几千辆。嘿，耶律休哥一听粮草和粮道来了劲了，他选了好几万契丹的精锐骑兵啊，亲自率领出发，目的不仅是要毁了宋军的粮草，还要趁机把李继龙的机动部队全部消灭。计划是个好计划，情报也是个准情报，只是在行军的路上，他非常偶然地遇到了一小队巡逻的宋军。这支宋军步兵和骑兵呢是混杂在一起的，最多不过就是1000人。哎，耶律休哥理都不理，小杂鱼别捣乱，今天算你们运气好，爷要去做大活。他继续率军赶路，就当没看见这支宋军。可是这支宋军的首领他可不这么想的。这支宋军的首领是谁呢？这支宋军的首领是崇义使、北面援边督巡检使尹继伦。契丹的大队人员从他身边急匆匆地赶过去，他把手下们召集起来，看见没？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这帮混蛋玩把咱们当成肉了，哎，他们一定是去打仗的。如果赢了，回来顺手把我们抢北边去；要是输了，回来他也拿咱们撒气。咱们怎么办？尹继伦长了一张大黑脸啊。他的部下们在黑脸面前互相看看，彼此都看到对方一脸的坏笑。嘿，那还用说吗？是不是？他拿咱当肉了，咱也拿他当回肉呗。全队立即转向，悄悄地跟着契丹人后边，一直跟到了上次大战的唐河附近。到了夜里，有马的全下马，长家伙的不要，短刀子的伺候。但是还不要急，辽国人夜里特别精神，要等最好的时机。结果就在第二天早晨，天将亮未亮，契丹人刚刚吃早饭的时候，印继伦和他1000多个部下突然冲进了对方数万人的大营里边，见人就砍，直接砍向了契丹人的中心要害，打仗。而耶律休哥此时就在帐中吃饭，筷子还在手里呢。耶律休哥将如何应对印继伦这1000来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书生带兵，张齐贤击败辽军，尾随而至尹继伦偷袭帅帐。这尹继伦呢，在巡查的路上呢，就遇到了耶律休哥带的辽军大部队。但是耶律休哥一看尹继伦是一个巡逻部队啊，也就1000来人，就没把他当回事，是吧？结果呢，尹继伦呢，就尾随着耶律休哥的部队了。到了夜里，尹继伦部队里边这帮兵啊，有马的都下了马，长家伙的不要，短刀子的干活。哎，但是不要着急，辽国人呢夜里特别精神，得等时机，等待最好的时机。结果呢，就在第二天早晨，这个天呢将亮未亮的时候，契丹人这边刚刚吃早饭的时候，尹继伦和他的1000来个部下突然就冲进了对方数万人的大营里，这一下子是见人就砍，直接砍向了契丹人的中心要害大帐。而耶律休哥呢，这时候正在吃早饭呢，筷子还搁手里握着呢，就被一名宋兵冲到了面前，是手起刀落，可惜非常啊，只砍到了耶律休哥的胳膊，但是这条胳膊差点就断了。耶律休哥突然重伤，据记载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逃跑，他成功了，跑了。但是这时候李继龙派来的护粮军也被惊动了呀，宋朝大军既动，耶律休哥又重伤逃跑，契丹人可是乱成一团呢，被追杀10余里路，躺倒了一大片，跟割倒的庄稼似的。之后估计这一刀砍的耶律休哥非常的爽，他对战场的兴致呢就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的高了。从此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辽国人对宋朝啊是非常的礼貌。北宋和辽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奇妙，他们俩呀、要么你死我活，要么恩恩爱爱，而且历史证明了他们还几乎前后脚呢一起倒了霉，就跟那同命鸳鸯似的啊，还是一对欢喜冤家呢。反正啊，日子是过得相当快，一点都不寂寞。但是西北边就不是这么硬了干脆了，这时候开始啊，直到200-300年之后，只要说与西夏沾了边的，就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微妙。你要处理，就必须得有卓越的头脑，而且该头脑还得正处于灵敏和经验的巅峰状态，要不然你就得有巅峰状态的蒙古铁骑的战斗力，才能把那边的问题连根拔起，斩草除根。就在当下呢，宋朝君臣面前呢就摆下了一道难题。什么难题呢？利即迁反了，已经和辽国打成一片了，而辽国无论如何现在都骑在宋朝脖子上了，那个为所欲为呀、怎么办呢？连带着对利即迁也听之任之吗？想说不，那好，你出兵，没有人谈话不听，或者咱也嫁过去一位宋朝的公主和辽国的女儿在后宫竞争这么一把，曲线救国，把李继迁感化喽。哼，那也真是开了个玩笑，就算真的办成了，那也是在助长李继迁的气焰，更把西夏惯出毛病了呀。那么就需要那个既卓越又灵敏还处于巅峰状态的脑袋了，看看同样绝望的局势，在有些人脑子里会闪出怎样的灵光，来个火中取栗，让李继迁和辽国一起吃瘪。分析一下啊，李继迁为什么难以制服？他很强吗？他并不很强。此前并非大宋超一流战将的王申，以几千宋兵的力量就能让他丢盔弃甲跑路，而且这事儿他也没什么强大的号召力。西夏的原住民们呢，有听他的，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当他那话是一钱不值的，并且他几次大败连老娘都保不住，跟随他的人的命运就更加凄惨了，所以跟着他的人呢是越来越少了。反正一句话吧，这人还没成精。他之所以让人头疼，因为啊他是块牛皮癣，总是复发没完没了，至于原因嘛，只因为他是条地头蛇，就这么回事。那么咱们就换个思维，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汉人去西夏满沙漠的乱跑抓人吗？所谓以毒攻毒，能不能找个更大的地头蛇呢？
你要知道，就在这时候的大宋，就有一位西夏的大哥级人物李继捧啊。这个人当初只是不能压制整个党项全族，可是针对于李继迁来讲，李继捧的地位呢和号召力那就是超级的了。那好，把他的家眷都留在京城，超一流的待遇，再给他本人更高的待遇，在职称上与他先祖拓跋思恭拉平，定难军恢复番号，他成了坐镇一方的节度使大人。而且像唐给拓跋思恭的特惠一样，他被赐姓为赵，改名为赵保中。具体任务就是回西夏把这不听话的小弟儿给搞定。处方对症效果马上出现。宋端拱元年五月，也就是李继龙在唐河痛击辽军那年的前几个月，宋朝把前李继捧现赵保中先生派回到西夏支援边疆工作。在年底12月份，赵先生就回旨报告李继迁投降了。哎，目的达到了吧？你别管真假啊，事实上在边疆上的事哪个朝代都别想较真啊。辽国的女婿向宋朝投了降，至少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胜利吧。消息传到大宋朝堂之上，从皇帝到官员，所有人都看着那颗卓越不凡但是已经白发苍苍的脑袋，边看边摇头叹气。哎呦喂，你说怎么回事啊？都是人生的，哎呀，可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啊？哎呀，这个头发已经花白花白的这个脑袋啊，赵普啊赵普啊，你这个老家伙呀，你都67了，你就不能老糊涂一点吗你呀？ 啊但是没办法，赵普用自己生命最后的几年时光再次证明了他真的是天生的一种。西夏的事儿算什么呀？早在2年前雍西北伐刚刚开始的五月份，宋军正节节胜利呢，赵普就在邓州上奏著名的谏雍西北伐奏书，通常被叫做班师书。在见利不见弊的时候，就警告皇帝发兵时机不对，应该马上撤军，并且立即加强边境警戒，小心契丹人报复。之后的事儿，那真的是印证了赵普每一个字儿，连标点符号都是对的。他几乎100%的预测到了宋辽之间战争的走向，全天下的人都像回到了过去的岁月，他们重新想起了一个事实，这颗曾经为宋朝开天辟地的脑袋绝对不会出错呀。就这样，在雍熙4年的时候，焦头烂额的赵光义把赵普再次召进了开封，俩人又一次见面，回首前尘是百感交集。在赵普这伟大堂皇的宫殿里，几乎留着他一生的印记和心血本以为已经永别了，可是前缘未尽，一次又一次的又回来了。在赵光义呢，再次把这个少年时就以族兄相称，后来又曾经反目成仇的人召到身边，这是多么的万不得已，甚至是屈辱啊。但是问题是，总是得让赵普来给他救急呀。历史记录下了他矛盾的心态，他明明急需赵普救火，却还是等了多半年，在赵普的请求下这才批准他进京的，并且在宣布赵普第三度为相的时候对赵普说，爱卿啊，你不要因为官位太高就而放纵啊，不要因为权力太大而骄傲啊，要赏罚公平，举荐贤能，军国大事就能治理好了。哎，这还不算，他还为赵普安排了一位副宰相，这是一颗从开始就以火箭般速度在官场上迅速茂盛的政治新星。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人是皇帝赵光义的宠儿亲信，注定了是未来的帝国宰相，天子门生龙飞榜第一人吕蒙正。但是赵普只用了极短的时间，就让赵光义明白了他哥哥当年为什么要那样的宠着他。赵普就算知道此人好才专权，都让他独享近10年，因为那是绝对的实力，历朝历代的第一位开国宰相，你像赵普像李斯，那都不是被任命出来的，那是物竞天择，那是抢出来的。赵普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枢密院给压倒。枢密院这是宋朝官场2府之一，名义上与宋朝的这个宰相的中书省是相提并论的，但是人人都知道枢密院必须后退半步，以保证军队里边政委比司令大的铁律。可是在这之前的雍西北伐阶段，事情可颠倒了。
枢密院权势大升，全国一盘棋都得给战争让路。于是枢密院与皇帝紧密配合，把中书省扔在了一边，达到了程度呢，让人瞠目结舌，叫一日之六诏，中书不遇文。就是一天之内啊，国家级政令发布了六条，宰相一点都不知道，这是前所未闻呢。当然这里边也有当时的宰相那位老好人老善人李昉平时里边形象太懦弱的原因。就算李昉突发神勇，做出了平生最强悍的一次举动，把赵光义比作了隋炀帝，说雍西北伐就像杨广当年东征高丽一样，出大兵图小利，利害不相符，哎，也无济于事。烂摊子终于是形成了，那就得有人来收拾啊。历史证明，在任何时段任何职场，同样一个职位，不同的人来干，权限和效果就截然不同。赵普上台，以宋朝开国硕果仅存的元老身份，上来就把枢密院副使赵昌言给废了。你别管他是不是皇帝早年亲信，如果不是怕做得过火导致枢密院形象崩溃，拿掉正使柴玉溪又有什么大不了？毕竟由你们主导的战争呢，烂的是一败涂地，真正论的罪砍了你们的脑袋，那也是罪有应当啊。接着第二件事儿，可就奇妙了。赵普只是要杀一个人，这个人是官职不大，只是崇义副使，朝里边也没什么背景，没有哪位高官显贵和他是好朋友，但是你要动他，连赵普都得使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还差点功败垂成。这个人的名字呀，叫做后母陈利用。据《宋史》记载，这位老兄啊，是他这人生就是一部童话，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过程。他的发迹啊，不能用平步青云来形容，而是一飞冲天啊，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说的，给他个窜天猴啊，直接跳到火星上去了。他的死亡呢，更是一波三折，连皇帝和宰相都为他接连吵架。啊，你漫天要价，一定让他死，我就地还钱，我一定要留他命。哎，到最后皇帝都暴怒了一把，把他给我剐了，但是最后还是收回了成命。哎，这人不一般吧。后母陈利用，大伙一听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哎，姓后母，名陈利用，他是成都人。小时候呢肯定是有过奇遇啊，因为他那本事啊非常的特殊。他有什么本事呢？变幻之术。长大了以后啊，他到宋朝的中心开封城呢去讨生活，结果非常成功，全城的人都被他晃倒了。哎，演黄白事以惑人嘛。但是还有一点，他的业务很广，他还干什么？还卖药。结果在太平兴国六年到七年，就是公元的981年到982年，他被当时的枢密城址陈从信呢推荐给了皇帝。注意啊，因为什么推荐的没交代。可是呢，推荐当天他就和赵光义见了面了，而且立即就封了官了，成了与皇帝近距离接触的殿职了。这个殿职这个官啊，从九品官品非常的低，但是后母陈利用呢迅速的高升，在短短几年之间呢，就先后爬到了崇义副使、右监门将军的高度，真正的那叫出入朝堂，与公卿大臣们同列了，并且敢于向皇帝进言发动战争。在雍西北伐当中又被升为并州驻伯都监、善州刺史，事发前呢他是郑州团练使。团练使啊，这是正五品的。这时候宋朝也有一个人正当上这官呢，也是个团练使。对比一下，大伙或许就有概念了。这个人是谁呢？杨业的儿子杨延昭，以边关百战之功也不过才是个团练使而已。你说后母陈利用这样的高升到底是因为什么？这个因为什么以后再说啊。但是一个问题就先跳出来了，有关我们民族都一直强调着的礼仪道德的功能是否必要，即为什么天下要有德者才能居之？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因为无德者一旦得志，就会变得极其的混账。后面陈利用这个没教养的市井骗子，无恶不作，光是杀人罪就犯了十来起，而且在朝廷里边是拉帮结派。赵光义的那些官们别说抗争了，连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就这样迎来了赵普的第三次上台。赵普收集好证据交给了赵光义，皇帝很犹豫啊，真有罪呀，但是这个人还是不要杀最好啊。赵普坚持像当初面对赵匡胤的时候那样的坚持，但是赵光义却更坚持，俩人对掐了很久，赵普输了。后面陈利用被除名流放并且抄家，但是马上又下旨，得了得了，别抄了，这个把戏太业余了嘛，对不对？
谁都知道这人很快又会回到开封城里，一切照旧，很好，赵普再接再厉，这次有针对性了。一些让赵光义绝对没法忍受的猛料可出了笼了。侯本臣利用在郑州的时候，接见京使的时候是面朝南坐着，哎，腰带用的是犀牛角加玉，并且还用红黄罗带来配。抄他家的时候搜出几张纸，上面写的都是宫廷密室。哎，赵光义一听这可火了，干嘛？大逆不道，这是要篡位呀，来人呢，把他给我剐喽。但是刚刚派人出去执行，赵光义马上后悔了，又再派了个人去追。哎呦，千万别杀。可惜了啊，后边这位跑得太着急，这马呀在一块泥地里边把脚给崴了。等把马换回来了再追的时候呢，后面陈立用已经碎了。杀得多惊险呢，过程多曲折呀。可是干嘛赵光义什么都不在乎，一定要留下这成都骗子的狗命呢？回头看一眼这个人发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正是赵廷美卢多逊倒霉的日子。那段时间里赵光义是龙腿欠鞍，老命不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哎，这个人得宠啊，就是因为他的幻术，宋朝的君子们所不了解的民间治病的偏方。赵光义为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要一再的对他忍让。可这不是赵普所想的呀，赵普看得很远呢，在现阶段要为宋朝扫除奸邪，重整河山，但是帝国更需要未来啊。这个时候一个年轻人正在向他走近，那么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向赵普靠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三次回朝，赵普再次登堂入室为民除害，宰相凌迟江湖骗子。这个赵普回朝之后啊，把这后面陈利用啊就给杀了啊，杀得很惊险，过程很曲折。哎，可是呢这过程当中啊，咱们发现一个问题，昨天咱们也讲了啊，这个赵光义怎么就这么在乎后面陈利用呢？啊，一定非得留下这成都骗子这命呢？回头再看一眼这个人发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后莫陈利用啊，他正发迹的时候呢，正是赵廷美卢多逊倒霉的日子。那段时间赵光义龙腿欠鞍，老命不保，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得宠就是因为他那幻术，宋朝的君子们呢所不了解的民间治病偏方，赵光义为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要一再的对他忍让了。可是这啊不是赵普所想的，赵普看得很远，在现阶段要为宋朝扫除奸邪，重整河山，但是帝国呢更需要未来。这个时候一个年轻人呢就向他走近了，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准王楚，
开封尹、许王、赵元熙。当赵普这次上任的时候，赵元熙做开封尹呢已经当了一年多了，但是他的地位呢却并不稳固。以前他一直都生活在大哥元佐的阴影里边，一年多的时光，他的根系还远远发展不到朝廷的各大角落里，更谈不到什么个人的威望。何况还有种种迹象都表明，他老爸还时不时的会想念着被幽禁的长子，还有呢，他身后那些个弟弟们呢，也都长大成人了。前有狼，后有虎，必须都得除掉，而且还得做得光明正大，为国为民。这就是袁熙面对的课题，而唯一的正解就是第三次重现江湖的赵普。赵袁熙啊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懂得和英雄站在一起，最起码也得是条好汉，所以他立即积极支持老同志的工作。当赵普为国家操劳的时候，他每一件事都尽量的参与，全力的配合。就这样，当成绩出现的时候，开封府尹许王赵袁熙的形象也就随而高大起来了，庄严起来了。而且这样做呀，还有一个绝妙的好处，那就是赵普和他大哥元佐的关系。赵普得势，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曾经把他罢免的死敌，捧赵普就是打压元佐。所以呢，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妙不可言，不必亲自动手，甚至不必打招呼，元佐就彻底死定了。就算这样，袁熙仍然没有满足。赵普虽然强，但是毕竟赵普已经老了，年近七十的老人呐，随时都可能倒下，尤其在那个时间段啊，所以为了安全呢，他又给自己上了双保险，首相赵普之外，次相吕蒙正也成了他的盟友。咱们得说一下这位宋朝史上第一位状元宰相，哎，也真不知道他这命怎么就那么好，一张考卷让他成了现任皇帝的宠儿，更让未来的皇帝也对他主动微笑，那还等什么呀？好了，他的幸运呢，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至于顶峰之后是什么，人人都知道。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啊，这三个人紧密配合，以赵普为首，在近一年半的时光里，除了前面所做的三件大事以外，至少呢搅黄了两次赵光义的好事。第一次，雍熙三年的北伐失败以后，赵光义要立即就扳回劣势，在雍熙四年就要又出兵雪恨。第二次呢，到了端拱二年，也就是黑脸尹继伦砍了耶律休哥的下一个月，宋朝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彗星，而且根据彗星的来去方向，宋朝的高人们得出结论，这是大吉之兆，哎，河灭契丹。赵光义大喜，立即决定再次北征。这样的事儿被赵普等人给否决，你想想当年这形势，除非彗星老大是想让宋辽两国的君主直接对决，由大腿囊肿患者赵光义 PK 16岁少年耶律隆绪，不然似乎呢大宋的胜率啊可真是不太高。但是呢自然法则呀是没法抗拒的，赵普呢迅速的衰老了，他最后做的事儿是给宋朝留下了一笔最珍贵的遗产，那就是人才。代州张其贤在他的极力推荐之下，从边疆回到了开封，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从此这位有勇气而且坚定的书生进入了权力的中心，开始参与制定宋朝的重大国策。另外在他实际任职的最后几个月里，一位貌似和他一个类型的年轻人崛起了。这个年轻人咱们大伙应该都认识，谁呀？寇准。这一年寇准才29岁，但是他资格已经相当老了，因为他中举的时候啊，寇准中举的时候多大呢？19。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赵光义选人才不仅要看学问，而且要看这个人的年龄，太小的不要，因为有些事儿和聪明和才华没关系，你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才知道人生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又必须得领会的东西是什么。当时有人劝寇准把年龄改了得了，多说几岁，可是寇准从开始的时候显露他的真面目，不改，难道我从刚开始就要欺君吗？这让赵光义非常欣赏。之后他让寇准在地方官上整整历练了10年才调回中央，而回来之后啊，寇准立即就展露了头角，其方式就是让皇帝下不来台。他跟赵光义在大殿上说事儿，天生的硬性子把皇上给惹火了，赵光义拂袖而起准备退朝，可是寇准接下来的举动在宋朝300年间可独此一份。他突然冲上前去把皇帝的衣服给抓住了。宋史当中原文是令帝复坐，视觉乃退。嘿呦老天爷，他命令皇帝给我坐好了啊，把事说完咱们再走，说不完你别走，是吧？就这样的人赵光义是从来没遇到过的。事后呢他对寇准的评价非常高，说哎呀
我得到了寇准呢，就像唐太宗得到了魏征。但是历史证明他说错了，寇准对宋朝的贡献呢，远远大于魏征对唐朝的贡献。年轻一代风华正茂，可是昨天的太阳终于是要下山的。赵普在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七月间死在了西京洛阳，终年71岁。这之前他不断的上表祈请致仕，致仕就是退休。赵光义一再的挽留，而且亲自写下诏书，里边说，我这开国功臣呢，当然不是开他的国啊，真正的开国是赵匡胤的国啊，开国的功臣可就剩您一人了，况且你可不比他人呐，不要总说离开我，好吧，等到真正的大限之日，咱们再言分别不迟啊。分别的一天终于还是到了，关于赵普，我们也得用自己的话来送他一程。纵观赵普的一生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他风光无限，从一介平民到开国宰相，并且独相十年，这在历史的长河里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可以和秦相李斯、汉相萧何等等这些旷世人杰相提并论了。之后他的命运也和这些人很相似，盛极而衰，站在了死亡的边缘，甚至随时会身败名裂。可是谁曾想他赵普还有第二段呢？这时候他以一个纯粹的投机政客的身份又重新出现了，帮了皇帝也救了自己，从人生的谷底里硬生生的重回巅峰，这就彻底超越了他的绝大多数同类，让什么李斯、范蠡、文种、刘基之辈呢望尘莫及了。可是这还远远不是结局，赵普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时光里，才真正的有了他在中国历史人物里独一无二的身份地位。他不用权术手段，不要挟不欺骗，用实实在在的工作，让从前的政敌、现在的皇帝都对他真心的接纳，并让他的后辈们以他为榜样，使他的政治行为、典型的政治手法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的重现。这样的人我们通常叫他绝世之人杰。人呐，都有其生，都有其死，但生死之间能做到赵普这个地步的，自有人类以来可说是屈指可数。赵普死了，他可能真的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所以归天之后大地上也有连锁反应。宋朝在他死的前后一年里也出了太多的事儿了，让赵光义不光腿疼头疼，最后连心也剧烈的疼了起来，疼的他是夜里都睡不着觉，还写了首诗留作纪念。先说一年前，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间，宋初第一名将、中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潘美病死在边关任所，享年67岁。宋朝是举国震荡，赵光义伤痛之余追赠中书令，定谥号为武辉。潘美死了，宋朝开国以来最强盛最亮丽的名将之花终于掉落了。对他咱们还要需要什么总结吗？宋初拓地最广、战功最多、职责最重，而功赏却相对最薄的谁呀？潘美。就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他人生的辉煌和他际遇的不公了。我只想说，潘美是一位真正的军人，正是因为他的纯粹，才造成了他在官场当中屈居人下。也或许是他军事才能过高，所以才让赵宋两代君主都对他有所提防。你想想，征南唐的时候为什么要赐给曹彬尚方宝剑？为什么北伐的时候不以潘美为主将？对武将中的武将一定要加以提防啊！多么希望在他临死时他能看透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他的光荣啊。有时候无端的想象啊，他真的是看到了真相。因为什么？因为平戎万全阵。在他临死前的四年，他的陛下送给他的命令，他以后打仗完全按照图上进行指挥。这个平戎万全阵，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分布啊。此阵由前锋、殿后、中军、左翼、右翼组成，总兵力达到14万人以上，其中主力的中军兵力是11万。中军三座方阵并列，每阵一大将，
各方五里，周长20里，即7200步。三阵间各相隔1里，阵面共宽达17里。三阵当中每500步设战车1乘，每车配备地分兵22人啊，每阵战车计1440乘啊，另配有呢无地分兵5000人，合计中军三阵共配备车呢是4320乘，士卒呢110040人。此外呢，士兵们分别配备有巨马、长枪、床子弩啊，就是大型的连发弩机，还有步弩、步弓、刀剑、盾牌等武器装备。每阵还有望楼车，就是可以移动的瞭望楼8座，每楼有望子士兵80人。以中军为点，前后一两军，左右一两军，平衡分裂，全部由骑兵组成，包括轻骑兵和使用这个骑枪、骨朵以及团牌等装备的骑兵啊。那么这个左右翼呢，每阵1万骑，合计2万，前后翼减半各5000，合计1万骑。另各设探马不等，有40骑，也有650骑的。以上呢就是宋朝阵图第一的平戎万全阵，所谓万事万灵，克戎必胜，这是赵光义的得意之作。在雍西北伐刚刚失败之后，发给了潘美、田冲进等边关宿将，让他们仔细研究，立即实行，并且为了加强效果，还配备了精神教育课本，叫《将有五才十过》，一起发放。这座大阵怎么样呢？非常高妙，面面俱到吗？实在是沮丧。其实咱们大家呀，刚才我说完这个整个阵势的这个情况了之后呢，各位朋友们稍微动一下脑筋，它的一个致命破绽就会被发现。好大的一座阵呐，只算中军就有17里的宽度啊，那么你得找个宽敞点的地方摆放吧。好了，地方大了，我是辽人，我有马呀，我溜你2步行不行啊？什么，你不跟着是吗？那好，我可走了啊，我直接奔你老巢开封啊，你跟着吗？你也有马吗？好啊，你不是一共3万骑兵吗？那你来追啊，小心你骑兵脱离大部队，先被辽国骑兵给吃掉。那再之后，这座大阵的精妙之处就完全显现了，要胜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辽国人你不行跑，你不行退，咱们俩立定脚跟，就这么对着掐，那么宋朝就赢了吗？是，如果就这么对着掐，宋朝一定是赢的。难以想象啊，潘美当时的心情，征战一生啊，战功无数啊，啊，临老了，居然还当了回学生，他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吗？只是自从接到阵图之日起，他潘美的名字就从史书当中消失了，再也没有任何战功出现呢。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是人生啊，担当生前事，莫记身后平。潘美啊，一切都咽进肚子里，一路走好吧。宋朝的房梁接连的倒塌，辽国人不断的发生兵事，可是最有活力的却还是西夏，那片土地实在太邪门，谁到了那儿马上活蹦乱跳，跳起来那是没完没了。李继捧和李继迁联袂演出，两个党项人把宋朝和辽国呀都看得眼花缭乱，头昏脑胀的。啊，咱们先从李继捧回国开始。昔日大哥威望还在，李继迁角色回归，重新当小弟儿。可是时间稍微长了点，他这些年努力的效果就出现了，主要就是他的妻子们。李继迁的老婆没一个是白娶的，辽国的公主不必说了，其他的都是当地党项贵族豪强的女儿，妻妾成群呢，也就是老丈人成群呢，就是领地军队物资成群呢。他先给李继捧一笑脸，顺便呢捞了个大宋的官做，可是只有1年多，他原形毕露，直接挑战李继捧大哥地位，没办法，草原沙漠上嘛，强者为王，李继捧只有应战，战场选在了安庆泽，就是今天内蒙古乌审旗西边。这一战的目的很明确，战场很开阔，场面很壮观，只是结果太搞笑了。李继迁呢都郁闷死了啊，正在玩命厮杀，眼看着大哥到手了，结果乱军当中突然一箭射来，正中他屁股，那可是箭呐！至于说屁股，别管是赵光义的屁股还是李继迁屁股，那都是肉做的呀，对不对？李继迁战挨了一箭之后是落荒而逃，安庆泽之战就这么输了。回到老巢，李继迁面朝下趴着，那这没办法呀，你想着躺着你这不行啊，屁股上有根箭呢。想来想去说还得找老丈人，哎，只是这次得找最大的，
向辽国史上最伟大最美丽的太后求援。太后一听，哇，什么还有这事儿啊？哎呀，这还了得，马上给了李继迁一天大的安慰啊，我任命你为西夏国的国王，哎，看谁敢不服。谁不敢不服？李继捧不服，你有辽国，我可有大宋啊，啊，我凭什么服你啊？何况就算为了开封城里的妻子儿女，我都得跟你掐下去啊。于是李继迁卷土重来啊，要说这个藩种的确和汉人呢，他不是一个猴子变的，是吧？赵光义屁股中箭，从此终生半残。可是李继迁转眼能上马了，哎，带着大批党项死党，重新杀到了李继捧的老巢下州。李继捧挺不住了，向开封求援。那时候赵普还活着呢，很简单，就近派商州团练使啊，翟守素出兵。一个小小的李继迁，你比当年的北汉、南唐又怎样啊？啊，结果李继迁真的是很乖、很识相啊。大宋的这个大兵一到啊，啊，他宣布，哎，我投降了啊。这回投降的代价是他也被改名了，从此他不叫李继迁了，他叫赵宝吉。似乎说这天下太平了吧，两个姓李的重新变一家子，都姓了赵了，从此和气过日子吧。但是西夏人呢，永远有花样。这回是李继捧，这位老兄也不知道怎么吃错什么药了，可能是啊，这个小吉吉把他在大宋的特权给抢光了。嗯，朋友说小吉吉是谁呀？你这做节目怎么还骂人呢？怎么是吧？没有，我们就说那赵宝吉啊，不是他现在不是赵宝忠吗？他弟弟不是赵宝吉吗？小吉吉嘛，就把他呢在大宋的特权给抢光了啊，或者说呢，他也想要辽国公主，反正就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就反正他在小芊芊改名为小吉吉三个月之后呢，就向辽国投了降了。哎，你看李继捧，萧太后很慷慨，哎呀，我这个公主啊暂时是没有了，不过呢，我可以给你个高官，西平王。哎，你看怎么样？比大宋给的高吧？不怎么样。李继捧被激怒了啊，小芊芊都是国王了，你才给我个王啊，啊，他是国王，我是个亲王，那还行。萧太后你太厚道了，你啊，你不知道小芊芊也是大宋的人了吗？你真的不知道啊？结果萧太一听，是什么？哦，李继迁现在成了大宋的人了。萧太后大怒，哎呦，这些党项的混账小白脸啊，娶了我辽国的人竟然还做了宋朝的官啊，哎呦，这绝对不能容忍，立即派出大将韩德威率兵前去问罪。哎，李继迁可眼砸了，他缩在老巢里不动弹了。辽国的姐夫来骂人了，随他去吧，我生病了不见客。于是韩德威只好把气出在其他党项人身上，在灵州附近来个传统运动项目，打了场规模超大的草鼓，然后回国交差去了。哎，怎么样，以上就是党项人的有奶就是娘，奶多的才是最亲的坎坷找娘经历。这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四个月，赵普差死。这个时候赵光义的腿啊已经开始疼了，后面陈立用碎了，正常的太医也真的不太管用了，他这头也开始疼了，赵普潘美也死了，朝廷内外都崩了顶梁柱了，得再找人呢，可是远远没完，接下来轮到他心疼的，疼得他寝食难安，生不如死，他的骨中之骨，血中之血，也不让他安生。究竟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迁贡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生作人杰，赵普死而后已，心痛异常，太宗痛心疾首。太宗皇的赵光义为什么突然痛心疾首啊？他儿子，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儿子突然死了。谁呀？咱们之前提过，准皇储开封尹许王赵元熙。非常突然吧？此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咱们之前还说了，这赵元熙也如何的跟赵普走得近，怎么留下了几个跟他特别好的大臣啊，吕蒙正什么之类的。突然之间这人就死了。当时是宋淳化三年，公元993年的11月间，元熙这一天正常上班，可是刚刚坐在早朝的后见室这个电炉里边呢，就觉得难受。难受刚开始立即就支持不住了，马上回家。赵光义随后赶去，元熙就已经躺床上了。他叫个儿子，元熙还能回答，可是极短的时间之内元熙就死了，就这么着就死了，年仅27岁。哎呀，赵光义啊，亲眼目睹儿子死去啊，悲痛欲绝啊，抱尸痛哭啊，史称叫左右人等不敢仰视。这一瞬间所有的闲情都离他远去了，所有的帝王心术以平和安稳的外表震慑中外的假象再也没法维持了，他只是一个衰老的伤病的父亲啊，晚年丧子啊，历史可以作证，这一年他54了，真的已经到了晚年了。何况这个儿子可是不比寻常啊，袁熙勤恳努力，仁义孝顺，在政治上极其要求进步，和父亲一条心，不像老大袁祚。在开封府办公五年，工作上没出过半点的差错，和朝廷里的主要大臣那更是关系融洽。眼看着一天天成熟，正在变成父亲的好帮手，突然他就死了。万分的舍不得，但最终还是得放下儿子的尸首。为了追念，赵光义追赠袁熙为太子，定谥号为恭孝。但这算得了什么呀，父子至情是永难割舍呀。皇宫里的近臣们发现皇帝是整夜的流泪徘徊不睡啊，他写下了思王子诗，反复的吟咏，还给他们传看。皇帝真的是很悲伤啊。可是转眼之间皇宫里又传出新的命令了，把袁熙主管的开封府许王府内的各级人员消职查办，把袁熙的妾张氏赐死，其父母的墓地捣毁，亲属流放，左右人等杖绝免职，再把袁熙的太子及葬礼下诏停办，降到只以一品官的鲁伯出殡。这落差也太大了吧，什么情况？悲伤的父亲发疯了？不是发疯了，一切都因为追查。袁熙的死法呀，落在了对药品，尤其是毒酒非常有研究并且实践过的赵光义的眼里，特征实在太明显了。立即追查，重案特办，他派出了必须的御史之外，又命令皇宫里最神秘最有权军政两把都抓的大太监汪继恩也亲自出马。还记得这个人吗？就是他在赵光义死的那天晚上把赵光义领进皇宫的啊，这人还活着呢。案子迅速告破，赵光义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东西，并且立即呢就开始了发泄，其内容就是上面那些突然发生的转变。至于为什么那么搞，按照传统，内幕被分成了正式版和笔记版。咱们先来看正式版，这是规矩啊，但是它太短太枯燥了，只有原因及结果，整个过程全部缺失。主要内容出自《宋史·宗史二·袁熙传》里边，那里边怎么说的呢？说袁熙死后啊，有人说袁熙有一个宠妾张氏，很霸道，仗着袁熙的宠爱呢，不仅经常把仆人打死，而且还给他的父母修坟，超越了制度本分。因为这个，赵光义大怒，派王继恩去查办，张氏被勒死啊，坟被砸破了，他身边的人以及亲属都跟着倒了霉了。其余的内容呢，就非常大路了，直接和开封府许王府的官吏任免流放挂钩，一点都不波及死亡本身了。那综上所述呢，结论似乎就是因为那个张氏一点卑劣的小性子，加上他对父母的孝心，赵光义呢就把一大堆人都牵连进去，并且把儿子的葬礼给降了格了。当然了，这有点太搞笑了。宋人呢又在《资治通鉴长编》里边加了点补充啊，有说呢，这个又言呐，袁熙因误食他物得病啊，及其宫中私事，吃东西吃坏了。哎，那什么东西吃坏了呢？还有了点他家里的私事，什么事儿呢？
哎，再翻书，在《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里的太宗皇帝诸王事迹里边又有点发现，说是赵光义大怒的时候吧，要把袁熙的官吏都抓起来严加审问，一定得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这时候一位官员找了个机会对皇帝小心翼翼说了番话，把事情给扯过去了。左谏议大夫魏宇啊，他举了个例子，他说陛下呀，当年汉武帝的太子，也就是立太子啊，偷他父亲的兵权谋反，汉武帝对他的帮凶也不过就是抽了几鞭子而已，现在许王的罪还没越过立太子呢，对他的部下应该宽松一点。哎，赵光义想了想呢，这件事儿就没再死人。哎，朋友们，咱们这一起来看看这个说法啊。赵元熙的罪犯到了不如立太子的程度，没越过立太子的程度，立太子可是窃权谋反呐。这立太子当年起了兵了，那赵元熙这个罪这可就相当大规模了啊，比立太子轻一点，那就是没起兵但是已经密谋了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赵光义还真是很仁慈啊，仅仅把葬礼降了格，没有追加任何处罚。那么宋史袁熙传里那张氏就太倒霉了，他和他父母的超级大坟完全成了赵光义啊出气筒子了，成了地道的无辜受害者了，地位急剧下降，主角变龙套，不尊重妇女了吗？这不是。哎，不要急，笔记版里边的张氏啊，智勇双全，威风八面，本想搞定大太太，却不料瞄准呢稍微差了一点点。他是成功了 0.01% 的北宋版武则天。武则天从狭义上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皇帝，但从广义上来说达到他的实际统治地位的那可就不他一个了，是不是啊？没称帝但是有统治地位有统治权力的可就不是这么一位了，对不对？北宋哎，就也有这么一位。在古代啊，女子想要达到这样的位置必须走同一条道路，就是当皇家的嫔妃。具体操作呢大有讲究啊，你要十拿九稳的话，就要等皇帝亲政前的大婚时去争一下皇后的位子。当然了，这就得有前提条件，就是该女子的身份也得够高。如果要探求一下命运的神奇呢，那么就先去众多皇子当中去碰碰运气去。你嫁的皇子如果成了太子，那么武则天的影子就会在你的身上若隐若现，这是定律。北宋版的武则天也是这样，就在这时候他已经到了京城好的年了，还在绝对的默默无闻当中，无论从哪一个条件的衡量下，他都远远不如现在的准皇储许王赵元熙的妾室张氏更接近武则天的高度。说张氏啊，他在元熙生前已经在许王府里说一不二了，不仅超越规格给自己死去的父母修了大坟，还隔三差五的在府里打死佣人，这样的强势已经把大太太压倒了，再加上他的利己的特点，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西宫娘娘形象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一切就等着他丈夫赵延熙顺利登基。可是在笔记版当中，未来的皇帝可就死在他手里。笔记是哪一个笔记呢？这个咱们得说清楚啊，一定得让大伙儿知道这个笔记呢，是出在哪个笔记？是出于宋人王志的《墨记》。里边记载啊，袁熙的正室是功臣李千富的侄女，哎，实际是他女儿啊。可是袁熙呢不爱他，袁熙爱的是这位张氏，两个人私下里曾有约定，要把李氏夫人给废了，立张氏当大太太。但是这事儿呢不能急啊，废皇子的夫人呢，比朝廷罢免一官员还要麻烦呢。但是张氏已经在王府里混账惯了，尤其是他习惯打死人，那么再出一条人命有什么了不起？先斩后奏，继承事实，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想了就做，他秘密出高价请人做了一特制酒壶，里边有双内胆，一放酒一放毒酒。在冬至这一天呢，赵延熙要上殿朝贺，临走前呢家人先祝贺他，张氏拿着酒壶给他和大太太斟酒。但是要命的是呢，那天赵延熙不知道犯了什么病了啊，突然向大夫人当众表示亲密，把酒杯给换过来了，来了个超级交杯酒，结果事儿就这么毁了。张氏以武则天杀女儿的狠毒心肠来干掉情敌，却不料反砍了自己的树根，误杀吗？不是，手段粗劣啊，这个粗暴低劣，他从根本上就比那位正版的北宋武则天差太远了。张氏的结局极其惨，事发后他和做酒壶的部分亲信被处以极刑，在东华门外先剐再定啊，曝尸示众，以至于呢冬至日里边啊就是这个以冬至日的这个钉子呢钉在这个东华门外
啊，然后呢，皇帝把儿子的葬礼降了格，再把开封府的官吏呢贬官发配。墨迹里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经国史在此事多微词，微言上文之庭册里，命毁张之墓坟墓而已。但这还不是，这还是不近情理的。难道说儿子死在宠妾的手里，赵官义就要这样的愤怒加鄙视，拿死去的儿子出气，并且把开封府的政府官员也都罢免了吗？那最多也不过就是许王府里的私人官吏有错而已，官府门外的人有什么事儿呢？所以就得从王继恩的身上找原因。他没出马前一切风平浪静，他搞定案件之后，赵光义这才翻了脸。他一定是查出了什么东西来，让皇帝感到了威胁之后才是愤怒。是那些搜出来的东西才导致了袁熙葬礼的降格、开封府人员的免职以及立太子造反的类比。这三件事完全都是政治事件，也只有政治事件才能让以皇位为生命第一防线的赵光义这样在乎。反正总结整个事件最突出的关键词就是开封府以及准太子。开封府尹呢，这个职权太敏感，他是皇储的代名词，能用他做什么呢？赵光义比谁都清楚啊。至于准太子为什么是准呢，这就要查历史了。从这时候往前推到唐朝哀帝天佑年间，就是公元的904年到907年啊，将近这个100年的时间里呢，中国产生了差不多30来位皇帝啊，可是连一位皇太子都没出现过。就像柴荣和赵光义，他们的地位啊，也从来没有以太子的头衔来装饰过。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太简单了，太子是四分之三的皇帝，一旦权力过大，皇帝就会升级变成太上皇。宋朝的国政最重要的就是个防字儿，防武将是一方面，其实如果真的要做彻底，就一定要让太子和开封府也分开，不然就会变成这时候的赵延熙，从他府里搜出来的东西一定让他父亲看到他的另一面，而更让他老爸呢想起了以前发生的一些事儿，有关于皇太子的。那是在一年前的九月份，那个时候赵普虽然还没死，但是已经病得不行了，吕蒙正是唯一的宰相。这时候有五位大臣，以左正言、都知判官宋沆为首啊，上书请立赵延熙为太子。这事儿很好吧，而且人人都知道袁熙就是太子啊。但是赵光义的反应是大怒，在表文上批了四个字叫词意狂帅，然后摔一边去了，对这五个大臣严厉处罚。而且事情不算完，赵光义紧跟着上纲上线，把吕蒙正也叫来了。知道叫你来什么事儿吗？说不知，知道啊，想说不知道，得说吧，知道。吕蒙正一声叹息的，当然知道啊。赵光义对他这位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冷冷发笑，你不比别人呐，得多给你四个字，合起来就是八个字啊。援引亲历是窃录偷安呐，会加进你的霸相之礼，在历史上永远流传。就这样，吕蒙正被罢免了。窃录偷安说的是他的工作作风，哎，什么也不做，白领工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的上司是赵普，这样的老师能不尊重吗？啊，袁引亲历一点都不袁，宋沆是他老婆的亲戚，更是他举荐的，那傻子都能看得出来呀。宋沆请立太子，谁干的？他指使的呀，你这还不简单吗？是不是啊？好啊，宰相和开封府尹啊，许王勾结都不够力度了，一定要宰相加太子才有分量。你们想干什么啊？想把我放哪儿了呀？历史证明这是赵光义的真实心声，天家父子无亲情啊。在稍后几年里，他再一次这样公开的怒吼，无论是谁都别想威胁到他的皇位。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为难自己的儿子，是一次妄想，那么就给他一次教训，经过打击式教育的孩子才能真正懂得深浅。于是那一页就接过去了，儿子还是好儿子，父亲呢更是好父亲。那么现在问题出现了，当时那样明显的争权，结党联合的争权，赵光义都能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为什么在儿子死了以后又发了这么大的邪火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可能有比请立太子分割皇权更严重的、更恶劣的事被发现了，所以做父亲的才恩断义绝，连已经死去的儿子都没放过，没法折磨他肉体，就要贬毁他的名声，要不然老子没法出这口恶气。但至于是什么，这个事儿已经深埋于历史长河，我们没法找了。哎，真正原因我们找不着了。反正归了包堆啊，咱们得大概用了两集的时间啊，两三集的时间就来说这些事儿。
就说赵光义身边发生的这些事。这些事发生完了以后，赵光义说实在的变了，说到底他也就是一个凡人。但是说到变，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别看史书啊，那里边都写什么帝陈谋英断虎步龙行之类，就是这肥皂话也没有用，也别搜索自己脑子，那里边通常啊都塞满了世代流传下来的纯印象派的感觉，谁好人谁坏人，谁好皇帝谁坏皇帝，这古咱们一直流传着，就是传下来的这些东西啊，脑子里已经有印象了。感觉里说宋太宗赵光义啊是一个温文尔雅笑容可掬的中年人，性子很柔和，当弟弟的时候哥哥高兴，当皇上的时候臣子们有福，哎，纯粹好家长。但是呢，其实就一句话啊，咱们这看的都是表象，就一句话，就是急性子的功利人。这个赵光义啊是个非常暴烈的赌徒，他敢于制造一些翻牌就分生死的大赌局，哎，并且他也敢于下注。比如说他得到皇位的时候得有多大的把握和准备才敢去玩这烛光浮影啊，但他就做了，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天下至尊的皇帝了。可如果不成呢，哎，这事儿不好说了。咱们再说这北伐，无论是太平兴国四年的第一次还是雍熙三年的第二次，他都征调了全天下的精兵，几乎拿宋朝的所有去赌辽国人的全部，并且两次发布命令时都是瞬间完成的，谁的话也不听，我想做我就做，我谁也不想听，赢就赢得天大地大，输，哎，就是现在这样子了。宋朝在七八年之间两次北伐，高岭河、莫州、齐沟关、陈家谷、君子馆五大败仗，损失了近30万精锐禁军，当年赵匡胤留下的家底儿完全让他给败光了。此外再加上至少翻一倍的死于战乱的平民数字，庞大的让人晕倒的军备物资的支出，被辽人抢走的边境官民的物资，哎，足以让一个人呢变得理智或者说胆怯了。现在守护宋朝国界的除了一些后周柴荣时期的猛将，比方说张永德以外啊，这是一条西起宝州，今天河北保定西北啊，东至尼姑海口啊，沿河北平原宋辽交境边缘，利用河渠塘泊啊筑堤储水形成的超级泥潭，用这样一大片半人工搞定的沼泽地来限制契丹骑兵的马蹄子。战争的主导方向啊，就主导方针啊，已经变成了消极防御，坚壁清野，并且不许出战。比方说代州张其贤向潘美求援，潘美已经出动了，可是还是得奉命收兵，不准打。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出兵，也只许以城列阵，按阵图来打，完全达到了100%和皇帝内心波动相契合的默契程度。那么皇帝的心灵究竟是变成了什么了呢？皇帝长学问了，他每天都捧着几本啊，流传了2000来年，并且呢，中国人存活到什么时间，就一定会不断的讨论研究到什么时间的书，不停的看。那么他看的究竟是哪两本书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